嗯，大家好，大家早。啊，现在我们进行第33次会议哈。啊，先请秘书长来先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第32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5日下午21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禾议员等34人，内席议员县政府民政处长邵志奇、计划处长李栋如等及户政事务所主任等科室主管27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陈议长文昌，21分起至30、35分，又至7时19分至下午8时12分；林副议长齐山，3时35分起至下午7时19分止。记录林立贤，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议案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31次会议议事录，执行事项，民政处及所属机关计划处业务执行及答复。执行议员陈孝仁议员、薛成议员、黄定禾议员、林成功议员、吴洪某议员、刘天武议员、张建荣议员、杨顺木议员、黄义宇议员、张秋明议员、林希明议员、尤香德议员、陈福山议员、陈汉忠议员、陈杰林议员、陈振南议员、黄世超议员、黄建荣议员、蔡文丽议员等。答复人员：李处长东如、许科长苏冠、邵处长志奇、林科长志昌、高科长启文、张科长炯明、李科长志胜、检所长昌良、吴科长文宇兼主任。张代理主任秀坚、张科长一志、叶科长建和、吴主任清洁兼所长、杨代理主任宝环、张科长建修、陈主任美术、谢科长苏慧等。其他事项，民政处及所属机关计划处业务执行议员要求办理提供之事项，另入详如附件，并行文县政府办理。上会下午8时12分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日有没有意见？好，存查哈。啊，我们早上，我们今天开始哦，进行县长总执行哦。那现在我们请林县长啊、副县长、秘书长率相关主管来列席。我们请啊，登记顺序第一位的陈正南省的嘛，哪位座位啊？好，第一顺位的陈议员跟沈议员啊，请。李长，咱馆长，咱副馆长、秘书长哦，在座各位一级主管啊，各位在处长、局长哈。各位同仁、各位记者、媒体哈，大家早，大家好。好。大家也辛苦了哈。馆长，即马已经就任较大，已经要将近要两年啊啦哈，将近要两年啊。在这两年当中，你也非常的拍拼认真，为咱宜兰县民所付出、所争取遮个工课，也是。受人的肯定啦，吼！啊，尤其是啊，真济代志啊，爱阁继续啊，爱努力啦！啊，尤其是即摆咱宜兰县民真济遮个工课啊，非常的济，啊，望县长啊多多阁拍拼。我即摆请教县长吼，咱即个投到即个海域问题吼，海域问题也是啊，非常感谢县长的啊副县长啊拍拼甲。今日甲咱即个豆角，甲袂当互财团啊提起，甲地方有本事，甲地方啊非常的极力反对，互财团来遮起饭店。今日豆角会当保存起来，由咱县政府来代管咯，即非常好。因为豆角即摆做是观光景点，啊，县政府佫要即摆要即个叫做反掌集训中心，啊，即雪山运动啊，对非常的啊，大家非常的肯定。啊，就豆角所谓咱啊管府来代管，这会使讲非常好。如果豆角在团体起来讲吼，那么话咱锁定宜兰县啊，这个观光景点啊，这会使讲非常对地方造成非常的伤害，非常的大吼。啊，我望馆长甲副馆长对咱豆角这个建设吼，啊，佫认真拍拼吼，即马第一期伫啊已经开工啊啦吼。
啊，正规刚才有一个报纸啊，就讲咱这个台东这个做台东啊哈，绿岛，这有一个做龙王雕嘛哈，龙王雕，啊，甲平湖有这款个曲贝曲贝，初曲贝这样啊，拢互人顺海了了啦哈，啊顺海了了，顺掠去，掠来你食啦，啊尤其是这龙王雕。啊，个会使讲，这是保育动物、保育的这个渔猎时，啊，个讲掠去掠去台死个种种问题吼，啊，对地方对因地方的会使造成非常的大吼。啊，咱豆角虽然是即摆这保育无什么保育的时，但是我有心有感发啦吼。哦，豆角的时会使讲在地即个豆腐食的地海域吼。先馆长，你也捌是非常的知影啦吼，甲副馆长，豆角内底有珊瑚礁内底是吼，有出产龙虾、龙虾吼，龙虾啦吼，啊只软丝啊啦，软丝啊吼，尤其是即个有一个赤大甲海大虾拢有啦，赤大虾、海大吼拢有吼，尤其是这几天啊，馆长你知影这鲜螺会放卵无？船路放鱼，即几工啊，在研究即船路的时哦，暗时啊，拢伫即个做多乌只海鱼啊，伫看船路伫放鱼，即会使讲非常好，非常好啊。尤其是前几工，我看到咱即个脸书上吼，有一个敢若讲迄个石斑鱼，伫咱多乌只海鱼啊吼。第一抓起来，啊！我这块石斑鱼，伊讲说迄个石斑鱼，差不多五斤左右。哎，个石斑鱼第一时吼，会使讲非常的第一生定世界中啥啊，会当带动遐个海域啊吼，啊，非常的啊，人来参观，人来潜水，啊，人来所有的帆船世界啊，看到的是会使讲。啊，非常的对地方这个做生态啊、海域这些哈啊鱼类这些造成非常好。啊，尤其是这个石斑鱼，一尾鱼啊，它抓起来啊，吃起来不多底就无去啊，一包都无去烧就无卖无偌济钱。但是迄尾石斑如果研究，甲只个啊只个都做软丝啊啦，啊甲只个海胆啦，就啊海胆、赤胆只个哦。卖地互人破坏的时，豆角会使讲真济，即个做渔业的这生态哦，啊，造成非常的对，将来观光问题造成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哦。我是讲，反正这边食的时哦，有关这台东的台东的绿岛，即做龙王雕吼，红掠去哦，啊，造成即卖就是大家地拢地。拢伫讨论遐个要保育，要种啥？大哎呀，啊个尤其是偏湖的问题、政治问题。啊，我是讲，即、這个是珊瑚礁内底啊，非常的济，非常的济。尤其是即马个人都船路伫放鱼的即个时间、时间政治问题吼、啊。我是讲，是毋是有啥办法会当禁止进捕甲采捕？迄、那个岛角迄个所在。禁止进捕甲采捕，吼、哦！即卖主席，即卖真济外来真济人来帆船，来帆船，吼、哦！啊来独木舟，来潜水，啊看到岛角遐水，吼、哦，我遐水，惊会去破坏，等于破坏，吼、哦！我讲算看拢非常的欢迎，但是破坏啊，都是非常的不好。我讲迄个所在。多有食的所在，一定要保护，袂使让人爱禁止这个做哦，滥捕采捕。我想馆长，你看完什么看？大会主席啊，感谢陈议员的指教啊，真感谢陈议员这几年来为着咱啊，这个所有地区吼，咱有关海洋啊生态保育啊，甲地方啊。啊，这个真宝贵的这个地质，也是咱海洋文化的保存啊！啊，你拢啊，这个啊，这几年真关注这个啊特定的议题啦，吼！啊，嘛是因为啊，你这种坚持吼，这个馆长
也是讲宜兰县长久以来主动永续发展的这个计划啦，一直。所以他都啊，你有啊提醒，包括最近大家在讲到啊，咱绿岛吼啊，这个真宝贵的这个这个资源吼啊，其实咱一般也好名叫龙王雕了吼啊，过去还没保育的时候，苏梅雨吼，这算啊全世界吼上这个高贵的啊这种的鱼种吼啊。不只是咱对着这种啊，这个永续渔业，咱有比较关心。最近嘛，真侪媒体开始伫报道，二零五零以后，假设啊，台湾有真侪鱼啊已经食无啊吼。啊，即几工啊，可能，但又嘛看到咱的啊，一个电视台已经伫报道，以啊，这个鸡人、碧沙鱼港为例吼。从即几年来底，包括咱近海渔业啊，甲远洋渔业，咱都有感觉啦吼。所以啊，安那会当按照啊无同款的规则、无同款的渔政，咱伫渔业发展顶头会当甲渔民团体，包括咱渔民朋友啊，会当有一个较啊明确的一个对话啦。这个部分大概是小弟一再要求农业处吼，伫、哦、啊有关渔管所甲咱两个区议会吼、哦，咱伫什么规则？譬如讲啊，不拉鱼，还是讲？啊，咱的这个樱花虾吼，这是较近海渔业，咱较侪的一个啊，这几年才开始发展有这个禁渔的这个时阵。另外就是啊，咱即马回归过去差不多十几年前，也无讲到禁渔这个代志。这几年嘛，发觉中这个渔获量开始减少，而且愈来愈细微。所以啊，安那会当啊，伫适当的季节啦，来保护这个鱼苗，鱼鳃会当吼啊来生团，啊会当来大尾。所以对这个部分啊，咱馆长应该优先爱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是讲，咱即马海洋研究所、啊海洋气象所拢伫差不多基隆，也是伫中南部吼。咱这边真需要一个啊，这种近海甲咱啊所谓渔法伫里啊，这个渔种甲这个数量啊，咱来做一个盘点。然后咱即马渔法到底对啊唔对？所以咱伫专栏报告内底毛讲到一个啊，这个大堤防啊，吼，底栖诶，这个拖流刺网啊，咱希望讲对这种海洋生态较有影响、较有害，咱应该爱辅导这些渔法的渔民啊，来转型吼。一方面，咱除了讲会当有适当的禁渔期，过来就是咱来推动咱的休闲渔业。在农业发展内底，宜兰县咱有十四个休闲农业园区，但是咱发展差不多已经也要二十栋啊。但是休闲渔业，咱这几年只有海钓，吼、哦，还有只有赏金啊。但是也无法度提供咱渔民朋友感觉这个部分啊是会当可以营生的这个方法吼、哦。所以咱这两年有伫透过海洋，咱的咱的土海人文化协会。来跟咱馆长做一个合作，咱希望讲在适当的时阵，会当来互因会当来做这个休闲渔业的准备啦吼。另外，等于咱指教，另外就是讲，咱即马伫特定的季节，尤其是这个啊，豆家这个所在是啊，咱的这个珊瑚礁吼、哦，珊瑚礁生态啊非常啊重要的场域，他都在讲到，包括啊，即下会伫这个珊瑚礁的这个啊。这个深度所会当来维持的这种类啦吼，啊，不只是龙虾啦吼，有真侪，包括咱差不多这几年对南方澳甲东澳鱼港掠上这红鳌，吼、哦，这拢是真重要，咱即马渔民的一个经济渔政。但是如果咱也无做适当的这种宣导啊来甲这渔民辅导哦，我看过无几年咱就掠无啊啦吼。我相信咱即马大家伫早场办到顶头这种大目鲢，吼、哦，即马迄差不多是拢用拖网拖的啦吼、哦。所以咱对于这种生态的一个保育啊，啊，咱可能爱分做两个部分。除了他都讲的，爱透过渔管所这部分来甲专业单位来做一个处理。咱的环保局嘛真要紧，环保局咱来做监测，尤其是这几年咱对着和平港，吼、哦。也是讲咱这个相关啊，有影响到咱沿海渔业的这个啊，所有的这个环境的品质来做一个监测。所以
单议员所指教的部分啊，咱县政府内部一定爱有所有的部门啊，拢爱甲整合起来。当然不只是地方，咱中央包括伫未来啊，环保署也是讲咱迄个啊海洋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啊，拢爱继续啊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个准备。啊，县政府这边嘛，希望讲咱的即马新的农委会渔业署，吼、哦，会当针对宜兰县。咱那么有原来这种大型的渔港，啊，甲乌石港，哦，这算一级的哦，观光休闲甲渔业的渔港。啊，咱这两个渔港来对照，我想陈议员应该有一个感觉。即嘛，北边吼、哦、观光休闲算比咱这边哦，搁较兴。啊，南边其实咱有两大庙，啊，你嘛做过南平宫的主委，咱顶个嘛有讲过，讲爱利用海洋文化，吼、哦，啊，甲咱的这种地方的宗教文化，甲地方的啊这个生态来结合，啊，让咱南湖会当转型。所以咱进一步会当辅导咱的所有港，甲南湖这个渔港的总体规划。咱即马县政府伫啊这个建设处这边有一个啊，甲管理处之后有一个苏南驿站，啊，都、就是要做这个整体的规划甲转型计划。甚至咱即马有一个企图，伫苏花街通车以后，所有人上烦恼的就是讲。你路愈紧，人走了愈紧，咱卖发生过去北回铁路通车的迄个噩梦，所以咱希望讲从所有镇、市区甲所有港来做转型，后港这个所在，予咱的游客愿意，敢想要拜妈祖同款，一定要去到迄个所有港甲南澳内底，啊来做一个准备。当然，交通的条件，咱必须要优先的克服啦，吼。所以，建设处这边才有一个。通盘检讨啊，嘛同时甲南澳地区哦来做一下。不仅算初期嘛，甲林副局长、甲这个区议员应该要求地方，包括镇公所、甲议会啊，因的资产、甲因的管理的课题啊，同齐靠我来啊，同齐解决。啊，若无你南澳啊，就算讲咱处理好。这个市场吼、哦，啊个商场的问题啊，要卡低啊，咱国较安那做，嘛是干那做一部分尔啦吼、哦。所以整体来讲，我想咱拢是爱啊，同齐合心啊，同齐克服吼。安、哦、尼我想啊、你所五望这啊、南澳这种啊、渔港甲渔船的这个转型啊，咱再当一步到位吼、哦。以上。多谢咱陈长的这个啊、说明了吼。哦即嘛，即个都是目前吼、哦，即、这个豆腐食，即、这个海域，即、这个啊，一来地咧吼，同要紧都是来地，来地有珊瑚生态，所有一开只鱼类吼、哦，同要紧都是卖用滥捕加滥采，遐滥捕滥采，遐遐即嘛真侪人伫捡什么赤胆啦、海胆啦，捡捡伫卖餐厅啦，啊卖无偌济钱，啊但是遐个物啊。啊，都无下摆将来这观光世界正在带来无物仔通往看啊，所以讲遐鱼啊、软丝啊，世界正正吼，就搬你地内底迄个叫做豆腐食内底迄个卖地破坏啊，都咱讲正经，目前同要紧都是豆腐食内底卖地卖地破坏卖地菜哦，我即款即都是讲拜托迄个咱即个渔业署这边只甲。哦，这边安怎来保护啦？吼、哦，同样建筑吼。啊，拄啊，咱馆长啊，即句讲了非常的详细。对将来，咱下主席即摆，我就讲未使讲比南澳啊较闹热啦，吼、哦。我就讲咧观光啊，比南澳啊说一开较闹热啦，吼、哦。即摆主席也是非常的担忧，你知影无？南澳啊将来渔业的即个会使讲会愈来愈少，但目前的即个渔业的会使讲愈来愈少，愈无愈。也无什么鱼啊！你最近馆长相信你也拢知影，即摆就是今年所有今年的这个乌尾啊，所有的乌尾啊，别人啊四季的时吼，照一般的标准都就是做了五六尾啊一公斤嘛吼，五六尾一公斤。但是去年的是1903年的时，甲八月的时，乌尾啊总量吼，直接在拢廿十四尾啊进来啦，拢四五十尾。诶，到有一公斤，四五十尾到一公斤，一公斤。去年的八月到十一月是总量2万吨，馆长，你知影2万吨，
都我这这样，2000万公斤，塑料我买2000万公斤，即我买拢外销去日本，外销去日本。即摆你即摆做是四尾啊，都甲抓起来是四五十尾都迄个就一公斤甲抓起来，啊，甲这个。即普通一般五倍一公斤，相差是十倍，相差是十倍的这个数字，相差十倍数字。你这么样做是，迄社会阁无价，大尾阁好价，拢外销日本，即个五倍咱总大部分入去日本。所以讲，即个对造成咱市场啊，诶，这个要做将来这么样做是了无起啊，就这现象，社会都甲抓起啊。社会拢个掠去，哦，啊，尤其是大家非常的重视，因为即摆乌尾啊、甲青尾都是拢回游的，即回游性的这个鱼啊，回游性的鱼啊是青尾的是青尾在一般的时，哦，五尾啊一公斤，四个中山啊，这些种都哦都是延伸钓的。去做鱼的做所在，五六尾啊一公斤，同拄好是做鱼的所在。今年每啊，你啊两三尾啊，迄都是咱地方，咱在地方做金钱鱼啦，做啥做冷冻啊，四季咱家食的，咱家食。咱所有的台湾全省的这个乌尾啊，甲这个青尾，咱的总产量90%都是拢伫咱北部宜兰遮所伫掠的。啊，即马遮鱼啊，甲掠起来是。这个鱼啊，吼，细尾都给抓起来，那大尾，那会当大尾。所以讲，是不是大家看甲管政府这边遮，甲渔业署这边遮，即卖做新政府遮，哦，甲渔会遮，大家探讨，是不是你放卵的期间就好禁止啊？卖细尾，就甲来禁止。细尾禁止，抓起就无大尾啊！啊，你放卵期间来禁止，放卵的期间来禁止，安都。一个大话，伊升顶十倍哩啊！你讲四五尾一公斤，啊，甲即摆即摆个量起来四五十尾一公斤，喂，伊升顶就十倍啊！伊升顶就等于十倍去啊！啊，就算2000万公斤，啊，干到迄度啊，就等于佫拖出偌济啊！你知影无？我讲像即、這个。这个做休渔时间是不是要再探讨？伊的升顶，伊社会你个了是升顶，啊，甲伊的放卵的这个时间，来大家就在船长做在所有的啊，在渔会约束，跟咱管政府探讨，在伊要放卵进程就好来紧嘛。放卵差不多拢三月四月，这就是放卵。啊，你啊，即摆就是六月都是大，六月即摆都是掠无鱼啊，即摆大家也掠无鱼啊，即摆这两三个月拢掠无鱼啊，啊，无鱼的是，这禁止是不是？甲咱台湾六月禁止，甲大陆啊，你禁止。啊，大陆的咱家就拢是回游性的鱼啊，啊，大陆是拢底层的鱼啊。大陆大部分拢是卡瓦啦、四季、卡瓦四季这真正的鱼啊，啊，咱这鱼啊，甲大陆鱼也无共款，大陆鱼也无共款的这个方法，所以讲是不是这个时间吼，这个时间这个做休渔的时间，是不是甲渔会在船长四季真正是不是有探讨的这个空间？反正你简单解释一下好不好？好啊。啊，就是各位议员哈、啊，那个针对单议员这个意见哈、啊，啊，我看那个目前咱的禁渔期都有一挂规定啊，譬如讲，这个布拉伊就是5月15到8月14哈、啊，啊，印花虾是8月7到将会，啊，明啊，那个隔两年1月31，啊，鳗苗、鲱鱼等等哈、啊，这都有一挂禁渔期的规定。那我滴讲就讲，是不是在放卵期来禁渔？那其实现在禁渔期大概是都是在它的放卵期或者是幼苗的时候来禁止哈，啊，这部分是农畜这边、渔管所这边就是透过宣导或者是护渔号的这些巡查，都有这个定期或是每天在做巡查的工作，希望能够在把这个渔业资源能够做有效的这个管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想是说，县长有交代是说，整个海101公里这个范围里面哈。应该有一个全面性的盘点哈，做资源的渔业资源的这个整个调查，作为以后不管是说这个
禁渔区的这种检讨，或是禁渔区的划设，甚至刚刚提到的豆腐夹那个区域里面，是不是要更进一步的划设这个禁止资源的那个捕捞或者是有一些总量的管制。现在我们比方说之前提到的底栖刺网这个部分的这个要做规范。主任啊，你我讲啊，这个吼、哦，每种类的这个鱼禁渔区，好、哦、禁渔区哈，也都不一样。我是知道这禁渔区不一样。我是只是说，这边就是青灰甲乌尾啊，是咱南澎湖啊大宗会90%都是拢是咱所区以外的生产，啊，都是咱这边只北部只咱。咱宜兰的花莲这边家伫这个去生产，即卖就是这个所有的禁止时间，可能大家你即卖就都不一样。咱即卖就是这个前尾甲这個、后尾也是种洄游性的鱼啊，洄游性的鱼也是你即卖就是这俩你伊滴拢差不多是三月四月滴放卵，三月四月滴放卵，你知影前尾啊？吼、哦，迄都大尾大尾，只三月四月你放卵，啊！你即摆伫掠是五月甲六月伫掠，掠这时间，啊！你放你放卵出啦，都是细尾啊！啊，细尾你甲掠去，啊都无大无种啊，啊都掠无偌济啊，无种个细尾，啊！即摆就是讲卵后放哦，伫掠你放卵的期间，咱伊个伫放卵的时间，啊，就来去禁止。我的意思说，放卵的期间。哦，这三月四月这个放卵的期间，大家禁止，没有放放啊嘛。啊，像咱南港馆啦，啊，囡仔先生这里，啊你个个禁止。啊，这边就是你他妈细汉都个细汉鱼啊，买的都个掠起，啊，不免那有大尾。我说洄游性的这鱼啊，哦，啊，咱这鱼啊，甲大陆网馆，大陆拢底层鱼的，用那俩干单拖啦，绳到啊，用拖网的。啊，咱这是浮游鱼啊嘛，洄游的。哦，我是讲这点的是，我是针对这点来啊。哦，啊，你啊，这边啊，这是讲豆腐夹，这个是这豆腐夹内底禁止来啊。豆腐夹内底，咱要用潜水啦，要帆船啦，四个内底的这个做独木舟啦，四个，那是内底这个做。这个迄、那个所在，迄、那个都啊，都酸乳，迄、那个豆腐夹内底，这个迄个海域，迄、那个内底来啊。这禁不要给它禁捕禁采，迄是我是保卖个坎地讲禁要划分四个，你要个坎地，你讲那所谓那个禁捕四个，那个种啥物啊？地方一定反弹的啊！我生活要安创，四个要安创，哦，你就生活要安创，啊，就是讲豆腐夹内底要如何来安那运。安那运用，卖予人会使观赏。你潜水内底，安那看。啊，但是袂使滴滴啊，卖滴滴啊，卖滴支付，卖即卖真济人滴滴啊，了就卖餐厅也有啊。哦，迄个吃大啦、海大啦、四界正只美食啊。哦，你形象，你潜水形象，迄非常的好啦吼、哦。我是这点啦，甲伊个真来甲伊个事，甲地方个只个村长研究看嘛者，是毋是在要放卵个期间都好禁嘛？放卵期间无，卖滴囡仔滴要上顶个是囡仔滴都甲掠起来。即卖是不是我想是不是会讲，你即卖就是咱是毋是咱台湾即卖就是六月禁。哦，下个月就要禁止嘛，前面到下个月，大陆也是六月禁，是不是？怕他冲突，怕他冲突，都是大概一六月，咱也六月。哎，但是咱的鱼啊，抓鱼啊，跟因抓鱼啊不一样哦。这点这拜个讲，跟耶稣教大家研究嘛，吼、哦，这很多鱼一种的不一样了、哦、啊，过来这点哦，馆长，非常的，像目前的是。啊，鱼啊，虽然是真小条啦吼，即卖目前你也知影，即不能做这么条无鱼啊。即卖就是，每船啊啊过境啊要修理，要创啥？哦，要赶紧要做修理创啥？哦，船啊要海去老少，要台吧，找无造船厂，找没有造船厂，因为即卖就是伊个造船厂。你像造船厂买做其他外国工作，就算即种龙岛当面顶海，迄做顶军的这鱼啊，顶军的这船啊，
啊，你即摆就像即摆大进，伊就做家己工课啊。哦，做香槟的，做伊个固定的计划。你即摆要拆船啊，要怎个临时？要做船厂，无当找。无当找，拢无当找。即摆就昨昏就有一个啊，我要台吧，船啊旧啊，要甲政府那这补助款啊，政府那补助款啊，但是政府补助款你也台吧，啊你对吧？未使难输台吧，未使难输拆起来啊，你未使遐囡仔拆啊，未使造成污染嘛，啊所以讲找无船来上架，像这个方法的时，是不是咱？管政府这边者，甲渔业署，啊甲渔委，啊甲地方看找一个所在，看会当有一个叫做渔船的这个做专用区无？管政府你去看嘛者。啊，简单解说者，甲渔业署安尼共同来看者渔船，即阵就是大家第二代，即款我伊做，第二代都歹做啊！你若么土地卖都好事啊！你安尼，搁做做遐乌手的。陈局长，感谢陈议员。其实这个议题讲真侪年吼，这分作两个层面啦吼。就咱整体南方澳渔港计划，其实陈议员所讲的，伊迄个渔船对这个维修啦啥，咱迄、那个这个工业区吼，甲这个造船厂这范围啊，差不多拢伫哩啦吼。只是讲这几年有一个趋势，你讲的第二代啊，是讲第三代不爱接转型。包括这边厂嘛无去嘛吼，所以基本上这分做两个部分啦，用地部分应该目前唔是困难，吼，唔是用地的问题啦吼。所以管政府对着龙德造船厂，因为我嘛这几年有分别啦，入去内底去甲了解，其实这个造船厂请的拢咱家人，伊即嘛订单嘛非常的多，所以咱即嘛透过这个首钢转型计划。后港的龙德造船厂未来是入去首钢区内底，吼、哦、当然伊这个伊的这个范围内底啊，就算讲伊造船厂刷入去首钢，伊嘛无可能去做渔船的生意啦，你拢清楚啦。诶，虽然系统无同款，所以第二个部分我想是爱渔会甲咱在地即个即个修理厂吼，甲造船有关的即个产业服务业的即个部分啊。爱去做这个准备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再请农业处对渔民的需求这部分安那来辅导，吼、哦，这个产业辅导啦吼，这变作是产业辅导或者服务业会当滴啊，这个目前咱即马传统产业请无少年的吼，同款的问题啦，伊都是做到尾啊，就像咱农业变作拢老农，即马渔民嘛拢老渔嘛吼，你现主席你只有请外劳，但是你修理船这种行业。要请外劳，可能一部分有可能，一部分就无可能了吼。所以这劳工也好，也是讲咱的这个整个这个产业辅导啊，咱希望讲管政府这部分拢给动作吼，动作第二来讲，这种传统产业的产业链当中，咱安那会当去把这个已经会发生断裂的这个部分啊，来给伊做一个这个准备了吼。其实他都要陈议员有讲到这个咱免啊来阁继续辅导咱这渔民甚至中央，即马中央我都、就是互你知影，当顶天我请林泉院长来，嘛请农委会副主委吼，这个新的副主委来，大概咱即马拢希望，因即马新的主管差不多干的月底才差不多拢就绪了吼，就绪以后，其实他都你讲的这个。咱家己近海这较无问题，近海咱这有相当的规范，你归海里内底是未使靠近来掠鱼啊。你讲的这种保育的环境啊，咱会当去公告。所以这个农业处加咱这个环保局吼咱原来只有一个案吼、有一个案。当然只要会当这个做这个永续保育的这个准备啦吼，这需要去做什么款的管制吼，加宣导，甚至。港里处即马伫遐做即个相关的营运啦吼，后港的即个体验活动还是休闲活动，大概伫遐都爱做环境教育了吼。迄、个所在乃讲转型做环境教育中心，配合未来芳村基地。安尼，你讲迄个区域啊，都较袂人去掠鱼啊啦吼。当然，即马是安尼，因为咱即马港区一部分是开放钓鱼啊啦吼，所以海钓的行为，即、这个部分是毋是影响？我想咱这
都甲即个所讲甲咱即相关的即个单位来去做准备。啊，即他拄啊讲咱即个回游戏呢，他拄啊你嘛讲到一个重点，咱即嘛一句话即个禁语啊，这是即几年才发展出来，吼、哦。啊，即、这个部分即爱够做一个较详细、专业的去调查啦，吼、哦。啊，即嘛因为世界各国拢拄到即个问题，吼、哦。我会记得一年。啊！日本禁渔两年，啊，结果依然咱的南摩多渔民啊，我会记哩月光哦，我想咱副渔长甲陈议员应该讲清楚，过去月光的时阵，哪有可能抓到鱼啊？啊，迄就是洄游性的，啊，别人无抓，啊，有当时咱就抓较侪吼、哦。所以这个禁渔安那禁上好，哦，这是一个管制的措施啦。但是你要让渔民会当啊来遵守。你一定要有配套，就是讲，啊，伊禁渔的期间，你要创啥？吼、哦，所以这个经济上，咱嘛是拢爱该考虑了吼、哦。所以整个渔业的辅导吼、哦，咱渔管所就是农业处这边啊，应该要跟中央单位赶快坐下来专案来探讨吼、哦。啊，咱目前拢敢那伫管理面啦，吼、哦，拢伫管理面，甲海巡同款，敢那管理面。但是真正诶渔业永续发展的产业发展甲辅导，其实这个部分咱是还阁。啊，较稀一丝啊，吼，所以这部分咱买个切实来检讨了，吼。好，这个海钓吼、哦，是对整体这个无影响啦。这个是我的坚持，就是岛国的底啊，卖用进补当补得，都有起来底里面的一个安尼。台海钓什么的，海钓方面咯、哦，你这卖海钓这么真济人，伫爱海钓嘛，伫海钓，海钓一个娱乐性的这个吼。哦啊，真正真侪人兴趣头工去订船啊，来去外口去钓鱼啊，真侪，即嘛就真侪，即一个鱼，即是一个伊的职业，也是娱乐啦吼。哦，拄啊，馆长啊，讲得非常详细吼。即嘛就是讲馆长，你等下安那呢，有一个刚才讲今年的这情人节，比滴南摩啊举行嘛吼，鹊桥这里、個，啊，过那边主席花港大桥啊，拢滴方便吼。啊，这里、個、岸。真济工商旅游也是非常的对这个案也非常的看法也非常好，尤其地方阮三个议员啊，都也有大家非常的默契，讲对环境要来咱今年要伫南澳啊，都一下举办这个做情人节，大家也非常的同意。啊，但环境你看这个有一个确认者无？敢确认者无？啊！你做需要地方的事吼，啊，需要我啊是讲需要地方大家动起来，会当邀请周围的寺庙或社区，即摆社区所有的社区所即摆真济活动，社区人拢不离老人吼，啊，就庙宇大家共同，大家一起动起来，我地方今年的这个情人节办在南澳。就这跨港大桥架，看要安带动，要安去给中长哦，还有计划哦。咱即摆公里处处长要，大会主席吼，哎，陈局长，啊，甲陈局员报告吼，针对今年七夕情人节举办地点的部分，然后你都旧年陈局员的机会有提案，希望去南澳啊，吼、哦，迄、那、落、個、跨海大桥做举办。啊，阮嘛有去现场实际的会勘过几啊届，另外嘛有甲。地方的渔会公所吼、哦、接受，啊，公所加迄落渔会拢希望真五万人去遐办。那我们目前也朝这个方向在规划，但是希望说，如果地方的产业、地方的人士、地方的社团能够充分的来一起举办这个活动啊，那我想这个在南方要跨海大桥举办成功的机会哈、哦，就是说它的可行性就会更加高了。那目前我们还是朝这个方向在规划、在筹备啊，但是也希望说，陈议员如果有机会回到那个在南方澳的时候，也能够请当地的团体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我们预计在下个礼拜，那就会再继续召开第二次的筹备会议。那到时候也会邀请一些地方的意见领袖跟团体一起来讨论。那后续还会再有第三次的会议会继续召开。好，那在这边跟陈议员做个报告跟说明。好，非常感谢馆长跟咱的处长吼，啊，跟所有的在座各位，非常的对这个今年的情人节要伫南澳举办，啊，大家非常感谢在座各位哈。
啊，个观点哦，这个大陆鱼，大陆这个做管理中心哈、哦，安置中心，这个这变这变文主管啦。啊，管这管长，你有什么看法？通啊，甲转型什么来处理无？啊，无在迄个拢变文主管，通啊带一两千个，即卖主席拢带只嗯，全部几十个来呀。即个要那个转型，要来迄个安怎那个变化？即卖在大陆，因所赚的钱变咱遮较济啊，伊买来啊，无可能啊。即卖往咱台湾拢走去大陆赚，哦，因买来咱遮赚啊。啊，所以讲遐啊，即卖大陆即卖遮个，咱台湾遮个船啊，大陆拢外劳拢希望带伊只船仔顶。啊，做甚物你即卖现主席，也是变文主管。啊、我希望遮个你看要那个转型，要什么话啊？哦，啊你无拄拄在坑伊啊，拄在遐做文主管，啊大家怎啊？后尾变改安怎？你简单解说，有你头脑搞好，看有甚物办法做安那来转型无？主席、各位议员、跟陈议员报告哈，确实那个安置中心现在目前以熊熊盖接量的是让人多大概1100多个到1500左右哈，那现在大陆移工大概剩下100多位，那反而是比那个外籍那个移工还要少哈，那我们之前也都跟渔业署这边来反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比照大陆移工比照那个外籍移工一样。啊，可以在船上这样子来做一些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哈、哦。那也许那边其实目前还是没有这个答应哦。那如果这样子的可以解决的话，就可以变成境外那个地方境外要解禁，就是要解除那个境外的那个管制。那个区域开放出来之后，那其实另外一个转型的部分，最近那个是幕僚单位我们自己在做研究分析的哈，就是豆腐夹这里说在哪，这跟我做方环基地来讲的话。他除了这些运动设施相关的这些设施之外，其实还有那个住宿的需求，所以我们跟教育处这边有在做幕僚的研究哈，是不是这两个地方可以结合在一起哈？但是这个是要碰到那个境外要解除这个问题，那这个要进一步做一些可行性的分析的，包括那个解除境外的这个管制，那大陆移工的那个船上居住的管理的问题等等的，要必然做思考。以上。哦，这个爱转型，看要做安怎啦吼。国管理，国有一条这个吼，也非常重要。这边主席，那么我即卖刚来遐清气吼，三一讲拢不哩清气，在目前来讲拢不哩清气啦吼。啊，不哩清气的是，这边主席都是爱讲，咱业署各管政府才有配合所有的在清港的在所有的平时有人伫作业，人伫整理细节吼，即刚来不哩清气，即卖都是清气的时个，重要紧就是讲，即卖是船啊伫换车，船啊海气细节伫换车，还是老车辆固定的时，拢是爱靠迄台哦废油车来回收这油，废油车这回收为油的时，即因为即废油车所以是已经老旧啊，已经老已经个。到报废的这个阶段啦，袂当阁用啊！啊，即马第这台车较早是伊个树补助的嘛，伊个树补助的。啊，伊个树即马这个定红锁，定红锁佮种搞定红锁嘛，定红锁挂名挂定红锁，啊，定红锁挂委托这个有做船舶工会的代管。啊，船舶工会讲，啊，这车还要料死价，我都袂用你啊，匆匆啥货啊？啊！啊！电工所是讲，我你伫顶头补助的，我是有你挂名来呀，我有你挂名来，哦，他今等顶顶是讲，我有你挂名来，啊，即卖即补助，你是出一个也是讲，我都每年拢即清洁都通三位，拢钱拢拨互恁，恁所区移位去啊，恁环境务去啊，即爿遮的事，啊，即卖即台车不过未用，即台车重要紧就是回。船啊，伫修理车的时候，废油回收起来。即个万一这台车是刚来一点没清洗的，刚来一点没清洗，油会漏伫缸内啊，油伫缸内。啊，馆长，你有啥看法？会当来个到政府补助对无？会当来个政府讲要安怎来解决这台车？会当来辅助一下，安尼要咱个补助无？
这个和环保局是吧？环保局也是跟因拢是环保局较了解。甲陈员报告，哦嘿，就是讲，观众即摆几下拜，甲迄个环保署跟拢会来，也许来争取补助了，几下拜哈，但是拢阿未获得回核定啊。这个部分，我嘛是讲，那边来请那个县级的议员一起来协助来争取了。这个部分是一定要这样来继续来做争取的工作。这争取很久，环保局反对这个。我先请教陈议员哈，伊这个废油回收，传播工会有共收钱无？环保工会无收钱，拢免费伫服务个遐。有。一般是安尼啦吼，伫西港的这种环境的品质啦，即咱即几年有下一挂功夫啦吼。即几年其实你拢清楚，咱迄拢是费用即、這个委托西会的管理啦吼，有一台即、這个。竹牌啊，伫遐收啦吼。其实以前效果拢无啥真好啦。其实咱发觉源头粪扫上侪是遐外籍鱼工，伫船仔顶下倒落来吼。所以即、這个部分大概环保局即几年有做两个拍拼。第一就是讲鼓励遮渔船啊回收，即咱有一个补贴啦吼。往届称斤的啦，我会记得咱有一个吼，你若船啊载偌济粪扫顿啊称斤的，我都补贴你。话侪吼，爱有甲因鼓励，一方面就甲开发单吼，即都导进监视啦吼。即马你讲废油即个部分啦，我即个部分咱应该是安尼啦。其实讲起来，每一个船主伊拢家己有责任啦吼，即袂使乌白，毋是讲无迄台废油诶回收，伊就通啊倒去工地，迄花着足侪钱诶啦吼。咱最主要是讲，即、這个废油回收要这个系统，即应该是陈局长这边通啊去甲环保署吼。咱为着这个海洋生态，他都讲回到海洋生态。你看最近，咱北海岸迄一台船啊，安尼风台风影拍一个登去，啊，迄你也看迄损失看偌大，因为你迄赔，咱迄基尼号哇，恁即马还过一个基金呐、啊，基金你以为对不？啊，你甲看迄个基金摕到，你海洋的生态你嘛是买不顶啊，吼、哦。所以这要是你环保局这边吼，来、哦、做，因为渔业署伊对渔港内底的资源拢是摕伫建设的啦。哦，拢伫补贴的，啊，这种的废弃物的这个部分啊，要是爱回到转来咱环保的这部分吼，啊，咱我想这个部分应该从水务基金或者从哪里吼、哦，再跟那个中央来要求啦。安尼，你较袂两个部分你去争取，我来讲，都到底到时相头无情后啦吼。啊，他都要单元机构迄个安置中心，其实咱这几年作势拍拼吼、哦，我想这个部分陈处长他都要你讲的，我感觉鱼竿系袂使难做伙啦。遐安那转型绝对是叫做外籍义工的服务中心，千万莫过咱的什么运动选手提起，遐绝对是袂下的啦。啊，这个案子我请那个农业处这边赶快近期哈、哦，等农委会这些人士都就绪了哦，渔业署长都确定了，你们应该六月份呐、啊、就召开协调会，请副县长主持。这一定爱甲迄个一寡即几年吼、哦，遐搞袂清楚迄个关键爱甲因讲个清楚，因遐都当当时有一个补助。吼、哦，因即摆往往拢是啊，一个补助，伊若无法度改进，啊，都虽然有意见，啊，签就签死去。第二个就是，伊即摆大陆渔工甲外籍渔工阁无同款。外籍渔工伫咱所有港啊、宜兰关拢是自由进出的，对不？伊算讲有签证的。啊，这个大陆渔工是无的啦，这特别的法令啊。吼、哦，这还是用两岸啊人民那个什么条例嘿用安尼处理的，所以因底下变作是无入境的啊。用安尼嘛吼，所以迄有一个法令爱去厘清安尼俩，就是内政部爱去有一个解说安尼就好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安置中心咱不较久啊，因为我嘛去参观几下届，基本上迄一个一个，我想等下你也要入你就知影，遐其实即卖内底大陆这个鱼工一个月薪水拢5万以上啦，迄拢专业的，啊咱也无可能咱的渔民去兑换去啦，因为遐掠鱼啊拢咱遮教的。因差不多吼，是船啊愈定愈大只吼，所以基本上即马已经变作是真竞争的一个状态啦吼。所以咱闽南来辅导咱的渔民，会当更加有竞争力，即嘛是咱的一个课题吼。啊，所以这个中心对着这个外籍渔工的这个代志，咱来当够做一个较友好的处理，间接的吼，间接的就变作遐渔工袂伫咱遐啰啰嗦。哦，袂滴庙，袂滴迄个停车停，啊，咱遐福利也暗时嘛较免烦恼，吼、哦。啊，遐大概你爱服务外籍劳工，因遐有迄个天主教，啊，迄个佛教，所以你迄个宗教场所底啊嘛爱有，安尼印度靠堂啊，
来做一个这种安顿的所在。啊，你可以待伫船仔顶，其实到热天来拢是咱无啥适合啦吼。我想拢爱是徛伫人性甲人权顶头，咱政府应该爱正视这个问题，无你过来，人个输出的这劳工的国家，人开始禁起来。咱就到时无人通啊请，这拢是咱来做一个准备的啦吼。所以这个代志，我想咱爱个啊较紧的脱身来处理吼。谢谢，谢谢。嗯，局长吼，啊，必须馆长、副馆长、秘书长，所有的处长甲局长吼，我咧当然。馆长会官员啦吼，我就其实每一家的装置损吼，我个。是要甲馆长报告，甲所有主管讲啦，不外乎咱拢伫讲有四个生的字吼，伫讲，第一就是生活、生活、生计、生存、生命的延续，大概是这四生拢伫遮绕来绕去啊，最后的目的啊，发展出来的工课啊，都真复杂啊，大家拢伫讲干咧，拢是希望会当改善这四个问题尔，所以咱真希望馆长对这四个物件会发挥，会当够较踏实一丝啊，莫只有在文字上看到很多的理想，事实上真侪工课，大概你落实上还有一点差距哦。每一个总咨询，我想我的题目差不多啊，馆长你也拢给他掌握，因为已经六年啊吼。十二遍，我那无外没有无招出你这几啊题题目，我就第一个题目啊，应该是讲，这个教师工会，这個、教师工会现在知影讲，伊一百年，这个五月初一的时阵，伊就伫罗岗遐成立啊，成立这个教师工会。这個、教师工会成立的时阵，伊的人数，据我所知，那只是几个人发起。现在所有的宜兰县的教师全部都是他的会员，啊，我到现在为止，如果一百年五月，今年的105年了，应该中间也有已经开会过一次，我无看到讲所有，嘛无盲问啦，问老师，嘛无遐会员老师去参加过他的会员大会，遐济人，没有法度一处都五六千人拢叫来开会，所以这个协会目前的运作到底正不正常？我不晓得。我们姑且把它认为它是正常。那我们只是我请你这边的管理特别拜托。我希望这一次工会是来帮忙学校解决一些教育的困难，到谁帮忙家长教育好小孩子，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目的。但是咱这边看到有真侪老师，加这个工会较特殊的老师，普通拢袂啦吼，较特殊老师。拿去办活动，办到一半办好啊，一拍拍屁股就走了。他说：“这不是我的事哦，这我的工作做到这，过鬼都不是我的工作。这哪谁教的？老师今年真特殊的这个职别，你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我想馆长特别给你提出来，让你有机会在这一部分可以再去加强做一些关心的哈。我就。我把题目拢讲煞，啊，这馆长你选择性能回答你就回答，好吧？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龙田水利会，馆长我想你嘛对龙田水利会，我唔敢讲你有什么对他有什么声音，大家拢讲平的，啊，佫感谢公开说对他有一点批判，人家又说你对这个团体有不满了，所以对你有伤害，我们也不想讲这么多，但是。龙田水利会目前，他所有的颁布法令的执行啊，还是伊的定的法规啊，几乎都是人治嘛，啊无法治啊，想要打牌，不爱红申请，马仔发布几个新闻都不爱红请啊，比人管政府，我立法部过开用，啊，但是都留康轨呢，都留康轨他不理会，现在宜兰县的国道。五号的那个侧车道下面的那一个穿越的每一个那个水道啊，拢白清。啊，你的业务单位去，伊嘛白插你。啊，明96年都已经交予龙田水利会嘛签名签好，包括征收道路征收的时候，遐钱伊嘛拢领伫因的账户底，嘛拢互因你开，嘛拢因你用，嘛拢因你享受。
钱嘛拢花，该是要工作的时候他就不做了，都白做啊！啊，包括那管政府才是四筹无策，啊，这个真的是很加无奈。一个公务的行政机关，比公法前的民间团体还不如。哎，这，我真的还到现在想不透，指挥未行。哎，这我感觉，管政府，我讲出来让你会心会心，我真的让你会心会心。现在龙田水利会现在整个态势哦，求强势起啊，已经改变到宜兰县的很多的一种农民的，还有一些建筑也好，或者要请单位建筑也好，统统改变去。有没有事都他的，没有事有福利的都他想，有烂都是县政府的烂，嘿，拢管政府理的，啊，这些才不公平。所以我想这个工作管定你了解一下，有机会应该好好协调这个案，不要让业务单位以及这个县民受到委屈了哈，受到委屈。我想这个都已经在环境里面产生经济，这个杂音跟过病，管定你应该在。过来是，我想再来就52家当地，姑且先不谈湿地问题，咱来先讲52家遐布袋莲，遐布袋莲到底是宜兰县政府的，嘛不是讲宜兰县布袋莲，你问地遐嘛布袋莲，据说也一堆啦吼，到了热天都生个满死个。现在我们不要挂草机也好。不要打那个这一种那个除草剂也不要用，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到底这些东西要谁来搬走啊？没有人要搬啊，啊，无人搬，无人搬，要紧。即马52家，当地一片当地，现在说不能休耕，也没办法种，啊，无了长，啊，无了补，啊，布袋莲一堆，啊，又不能休耕。我想这个那干嘛嘛不相公平？这个划当地了啊，无法度做，这个是不是农业处应该要多去考量一下？这个部分应该是跟他们做好，让他们再去休耕，最基本他可以享受一点点权益哈。那个福利哈，我想有时候话五十二讲要骂，你可能小声一点。过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咱的所有的布花，拢在做加高，做加高，啊，拢用灌水泥的方式灌。啊，所有的我来看吼，差不多现在所有的加高，差不多拢60公分到1米以上，全部把它加高。结果河床，南梁溪的河床已经，据咱目测了吼，感觉咱目测了，南梁溪的河床的高滩地，已经比五级的土地拢搁较悬啊，比宜兰起码较悬啊。啊，无人要疏浚啊！啊，若讲挖南洋溪的石头哦，溜捞了，大家溜到欢喜着吧？哇，大家要喜靠着直溜去，直挖。啊，即马风台一来，又搁冲刷下去，又搁满啊，又搁溜，搁对，真有人爱。但是遐无需要遐茶基啦、啊麦土、烂土，全部往下游一直下来，这样也无人爱啊。反正这个也无人要疏浚呐，啊嘛无人要管。啊，河川桥嘛歪管，啊，但是问题，管民的性命是你管到你的手中。如果淹水，马连咱人哩淹水，即个啊，你若河川淹水，马人嘛袂骂你，嘛袂讲你。我管到你，咱嘛今日来叫抽水机啥来处理，咱嘛袂甲你叫。啊，所以说，基本上河床的不好，河床不舒服，包括新沙溪那种不疏浚的洞，诶，问题造成出来的平地淹水，都要归咎于县政府你没有做好。我想这。讲起来嘛无公平，啊！但是问题，县政府你都能够存破海彻底啊，拢打骂你啊，因为你是民选的，每个人都可以碰到你，所以无代志都解决过你，他也没办法。所以县长佮拄着县长就诉苦，啊，县长嘛解释佮拍片解释，但是有一些县长嘛是袂存佮袂出手，所以啊，内政部长我嘛真期待有机会，你看你两年搞了啊，这个地方卖永算的情景下。免得又冲突一次，能够到内政部去当个部长。我看现在这个部长啊，我感受啦，想过学者哦，对实务性还是不是很了解。我们都希望说，一个新的政府要有实务的人，竟然我们副县长最有实务的一个人都没办法去了，
希望你那么有实务，了解整个环境状况的，又是明显施政，又从基层上来，是不是应该中央政府应该考量一样？这个我们在这里啊，公开啊，也是一个推荐啊，当年小官啊，一个小县民推荐，人家也不会理我们，最少我们发个声音，让大家知道有一个有能力去解决困难，能够有能力可以把这个经费做适当的运用的这个人才，应该要多多运用，不要有说让我所用庸才也变人才，那一种心态就不模糊。所以我们很期待县长你有机会啊，去来了解，去中央啊，来帮忙我们地方的事情。过来就讲，包括南梁溪的这个，所以说东山头的疏浚啊，五节排水的疏浚，南梁溪的疏浚，这个新昌溪疏浚也好，德安那边的疏浚也好，我想都应该要做，拜托县长这个部分有应该逐步的去纳入。快就是咱这文创园区啊，吼，馆长，你对文创园区吃东西，北文南文创啊，北医疗啊，那公的医疗哦，一刚单位执行都讲了，我对阳明医院真的有一点失望。那一天我是跟已经讲过了，礼拜六发生这个人漏下来，头部水肿，结果他说没有医生。然后找医生来过年，他不能要去转到台北。他说你转去会死掉。人家后来从中午十一点发生到下午五点不理都不理，到了十一点到下午五点的时候不理都不理，到了人家过去啊台北医院，我就不要讲那个医院了。那结果要到台北医院，你看那一天执行我在讲说他已经比较好了，现在已经可以讲话了。我甲馆长你报告，迄个小瑞人应该麻烦，叫柯正南，迄五届较早义警的队长尹某，你打开转过叫脸，你看现在已经都好了，可以讲话，已经可以下来走路了。你看这个北医，这南梁医院，我真的有南梁真的有一点点失望。这如果再给他放三天下去，从礼拜六、礼拜天到礼拜一他才要处理啊，我看现在已经没有无啊。那就一头好好的一个非常有生命就这样损失掉，那这个太让人有点失望，这个阳明医院。但是我们回头再讲文创园区，文创园区目前我单位也有讲过，石棉瓦一定要管六立等在东西，这石棉瓦已经世界公认它会影响到肺部的一个致癌啊，伊也出不定来哈济，咱拆开遐物件嘛。那堆积拢要堆积的啊，还没有适当处理，管六立可能爱亲身落去督促这件案件，然后所有的储备店应该拢爱换掉的，避免下一次你在设计展或什么展的时候，让人家外面的这个乡亲去质疑的时候才要去处理，那我们就太慢了，反而对我们的生意也会有伤害到，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跟管六特别再提醒一下，这个要处理。第二个。现在我们文创园区的周边，讲起来嘛是有一点无奈吼，杂草丛生啦吼，弄臭臭啊，生个么臭足长的。尤其这段时间的迄个，你又知春天这段时间，这草的成长速度有够紧，今仔刮了吼，明仔都差不多大一寸的，真正有够紧。啊，但是也不能不整理啊，因为你不整理，周边都是有人住啊，有一段在监理站对面，也是一个。视线非常明确的一个环境，大家看起来也蛮是怪，不能很舒服，所以人家就会打个电话来问一问，讲一讲，所以我们希望县长这个部分还没有真正开挖之前，能够努力，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个专人，全部维护，把它维护好。我想这一个找个专人是应该很容易的事情。至于来里面，你们有工作报告是说111年，我们可能要把那个土地有三分之二还是二分之一要卖掉，我还是在这里跟管六执行，这个不是提醒一下了，不是这个不是执行，我跟你提醒一下，我希望不要卖给财团了，不要标出去了，宜兰县政府能够统筹做适当的全部运用。我在讲一个做一个文创艺才学区哦，我一直很理想化，
希望那个地方是一个发展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的土地能够真的让周边能够影响到。因为你因为立安管政府你讲了之后，迄个下面做诶，这个有可能要标售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外地的有一些专家学者，透过地方的一些托人，在利用社区的无知啊，其实小贵人拢唔知啊，然后一直在开会，哎，几家棍，那几家棍，每一次开会都不会找我去，找我去我点个吐槽，都几家棍，点来搞啥唔知，就是要把那一块土地，要不然他要什么运作不长，都叫一个民众一两个管政府做对立，我想不透，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再改音化解的非常好的说，这文章已经。如果啦，听我们的，你的二个街啊咯，你的这条生路，你这条一二十四线咯，拢也蓬勃发展，哪遐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啦，周边没有那么简单，就可以因为一个名称就可以带动。立泽，用说立泽老街就好了，立泽老街投资多少钱？到现在，管长，我想若无办活动吼，无办这招安吼。还是文化局去办一下什么社区总体营造用方式去行行。现在啊，那边是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我不晓得。那个我的朋友来看遐，我立足老街讲话，这有话好食，有什么阿信，有啥有土豆。入去个内底的时阵，才敲电话。我本来把我哩载上，我来遮食一下，就特别转啊。哎呀，那拢无物件，恁立足老街是我打。我讲你哪徛哪？伊讲徛伫永安宫的门口呀。啊，我讲遐就是啊。啊，那安尼。啊！媒体不是报道，看你国内这网络都网安尼空荡荡，安尼，恁的媒体里面那个网站是不是可以下架？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首先就我也当就这个机会，管就报告管就你怎样？我们的环境不是这样子发展的，这样子很可惜。看人那个岛，那个台北前平啊，那岛夫两百公尺的岛夫，你们大家都吃岛夫。好奇怪的，那就可以发展了出来。为什么我们那地方发展不出来？包括开城一开南一城，嘛是赶快啦。我一看嘛是两塌塌的。有活动叫有人，无活动也无啊。所以说很可惜。我希望说管六把这些讲出来，希望管六你能够在不要只有看到办活动那一正面那一面，还有很多时间的那一面，他是没有办法的。包括清水公园。清水公园一样，365天。现在管六弟他妈已经办50几天，哦，这嘛是314天，看他是320几天，有44嘛，321天是停在那里都没有在弄。现在清水公园，存有个314天，314天是停摆在那里。现在引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摊位，在那边摆设那些。什么无人机上面有诶，我就专程去跟他看，那个要干什么？连一天连一个客人都没有，人家过船来这里说要过船艺来坐船，连要进去都不要进去，哦，该真的是有一点无奈啊。所以我一直给管定执行到现在，也是管批嘛，管定也当帮忙，转型为同安公园。够固定了很多东西，开始正常收费。那一个那么好的土地，为什么不要弄？完了 BOT 也好，啊，东山楼的水域里面也非常好，那也可以好好使用啊，也没有好好使用。啊，东山楼的水域也就浪费在那里，真的是啊，我感觉有一点点可惜啦齁。这个从这个陈定南开始变成宜兰。这个东山河变成生命之河、希望之河，什么河都有，都灌输在这个东山河的里面，跟清水公园里面，现在什么河都没有了。我想重新拾回那一种民生，听到当山河，听到咱宜兰县，我想这也是真重要一个工作，可能馆长你还阁较辛苦一点。关键是铁路高架的问题，我想铁路高架哦。我们大概提醒一下了，铁路高架这个工作，我们是很希望县长跟新政府应该再去沟通一下。依我打一个电话，我有打电话过南部去问啦，吼，三问南部所有铁路的高架，县市政府只是帮忙取得土地以外，其他的钱都跟他没有关系嘞。为什么咱宜兰县好像什么东西都跟宜兰县有关嘞？啊，那宜兰县也真可怜。这十几年来啊呢，
这个铁路要高架，都把责任 灌在管政府的政府。啊，管政府根本你一要两三百亿，你有法度呢吗？但是中医生一年拢要灌到上面，也不可能啊！啊，怎么老是都是我们？如果这笔钱呐，拢会使灌在，拢咱啊管政府这经费，我想管掉你怎么做啊？我把话你也配咧，但做啊，别个去啊求啦，无钱那去求中央，结果中央不断的把这个责任塞口烂，对咱是来无啥诚意。所以新的政府，我们抱了很大的希望，我们也希望管定在这一部分，能够多琢磨一下时间，啊，把铁路高架，我想这些东西向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些官民的喝彩跟感谢，因为一旦贯通了，第一个对时间上的缩短，对生命的浪费，都会很直接，也常常发生车祸，所以我们希望县长你能够重视。我有最后一条吼，对于宜兰大学，宜兰大学这个校区啊，真正来到这看起来敢有力处理，但是呀、啊，还是在养鸭，要什么建鸡鸭鹅舍，然后现在又要做牛羊马舍，拢要去这拢要叫管政府到帮忙，所以我想要给管政府就这个机会给你建议一下。现在我们的养殖专区，农业养殖专区，就是养猪那个，现在很多人都过病，有没有可能啊？哈，他去燃料啊，我们可不可以在那边做一个集中，做一个养殖的集中区？如果可以的话，哦，借这个机会，借宜兰大学他要研究发展，就集中在那里。那养鸭中心那个地方也都，其实他们的研究中心也都很多都在那里。是不是会当都集中来去改拢来去遐拍拼一下？啊，和咱吼，大家吼，每阵五家听福新村了，我看你有丁，你有丁正干嘛走甲无咯？啊，事实上我们要讲养殖，迄、那个养猪户的养猪，其实伊个草吼，那以我咱做囡仔这个时代来讲吼，猪的猪粪不会臭呢，因为以前猪粪是啥，我的灶咖吼，猪家灶咖后壁都围起来饲猪呢，猪后壁都围一个化粪池呢。我感觉无感觉猪会臭呢，迄都在都滚滚的都，创个冷，甚至猪菜都创个猪食，我无感觉会臭。其实后来我们有仔细观察，其实伊的臭是在那个烧水啦，伊喷哦，铁炖来了，发酵了，哎个。提来煮的时阵，哇，迄落味真正有影，袂骗你，肯定爱发酵。事实上是烧水所产生的肥，迄个喷哦，所生清出来的草，它不是真正，不是地塞草了。我干嘛呢？想到地塞，因为刚刚生活作为，我想我也没有透，我今天也在公开讲，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意见。而且地塞，我们还要做小孩子要挑去浇。里面田里面的菜头啦，然后还是菜，甚至是土豆啦，对不？有时啊，佮打姜啊，再推再去铲呢，啊去压呢。我嘛看，感觉迄个草，因罗山人你讲草，嘛唔是伊当阵咧水准真低，所讲的，其实那时候不会错，会错就是这个喷。反正你对喷的看法吼，我是唔知啥物看。不过我特别提出来说，如果这个喷来当买，拢卖我。养猪户 take it， 那我想这个养猪哦，可能现在目前的状况应该比较不会反弹那么大以外，啊，想说改管六的建议，如果宜兰大学在五捷校区，本来说海洋系、畜牧系，结果搞来搞去，看来都是在养猪、养鸡，在那边研究，不然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有机会转到那个地方做一个养殖的中心，然后一起跟学校配合，可不可能存在我不晓得，不过我把这个想法提供给县长，你来做参考。啊，以上的时间就请县长你说一该想说的，能回答你就回答啊，你回答到多少，剩下时间就送给你，请管定。啊，台北主席陈局长，啊，感谢咱新竹议员的指教。其实新议员伫地方担任过行政司长吼，啊，真清楚咱伫市政顶头啊，确实都是生活生产甲生态吼，啊加。这个生命的价值啦吼，所以即马讲到整个咱市政范围啊吼，
不外乎跟这个四个站民都有关系啦。啊，我伫后壁讲到顶下啦吼，他都啊，你有指教着讲收水的问题吼，所以咱即马特别要求环保局吼啊做两个代志，一个就是讲厨余回收过去，都因为咱啊乡镇的能量啊，就我过去安尼所在啦吼，甲环保局发的数据都是跟咱劳动的清洁队做这种堆肥处理，做较数量较侪吼，但是。主要咱这几年因为迄个观光的旅游发展啦，啊，咱的数量较大，所以厨余到尾一部分拢交伫咱的养殖户去吼。他说你讲的咱啊，我记咧这个中区这个代志啊，差不多我迄间嘛特别赶去啦吼，赶去啊看，看迄个感觉什么款，因为最近气温伫加嘛吼，所以咱即马环保局开始有伫开会，养殖户他们座谈会也开过了吼，就是你要用收水，你一定要达到一个标准，才要互你用。好，因为伊爱扣喷的这个许可，要是爱地环保单位了吼，所以源头管理咱这爱搁甲做好。第二，最近副馆长带咱团队去北澳，哦，我嘛特别有请去安排一个去丹麦，哦，你们都有去看丹麦了吼，养猪户。其实，咱也都在讲到讲啊，这个畜牧专区是不是要做吼？这个咱即嘛个别的这个养猪户处理的系统啊，以这个废水甲这个。这个叫做也排也处理啊，吼、哦。过去你拢知啊，咱迄种有创有补助迄种沼气啊，迄叫做厌氧发酵吼、哦，啊，互伊去发电。但是咱以前迄个系统拢算无真成功啦，吼、哦。到尾啊，大概即几年，咱即马开始有一个试验计划，即马环保局伫咱的宜兰的这个污水处理，咱有一个吼、哦，要从废水处理。做沼气发电的计划，那现在正在推动。啊，这个计划如果说很顺利，因为现在配合国家的政策，新民嘛看了这边行政府绿能绝对排第一，市场的第一位了哈。他现在今天李部长也特别提，2025飞核家园大概一起就边看哈，所以这咱这边都护着这个时准哈。啊，你才都讲到五个校区的代志啊，这边五个宜兰大学伊迄已经拢发包了哈。因为校务计划，咱看也叫我们拢通过啊，就是讲，也深知学院，吼、哦，依照咱讲，迄什么科什么科，迄已经拢变作是一个行业啦。整个深知学院拢要山遐，啊，当然，伊迄个有实施的部分，对跳步的较侪迄个范围底下，他对你讲是不是会当做？因为咱过去五届一边啊都是养鸭中心啦，吼、哦，如果，吼、哦，咱地方。因为我唔知讲迄附近的用地情形了哈，因为开发，伊只有开发一部分尔嘛哈、那是不是可以来容纳啊？咱边啊嘛，咱的防疫所在嘛，咱管这个防疫所嘛都在边啊嘛哈。啊，迄个所在那无影响环境，啊，佮离出海靠近，佮伫保安林地内底，哦，这个农业处可以积极跟宜大去了解看看哈、啊。当然，那你。所谓讲这个畜牧专区，那行卖公养猪专区了哈。畜牧专区那卖公干那几位了？安尼，你未来要成功吼，可能咱包括五吉人所希望的肉品市场，我知影啊。恁五咱五吉还佫有两个议员，咪佫问到好咯。啊，你讲的肉品市场的代志，啊，咱希望这个代志拢应该爱同齐来做有效的处理了哈。第二，你讲交通建设，其实铁路国际化，咱这几年一直伫推上，咱宜兰县啊，整个咱看台湾即嘛的政府啦吼，新政府也好，也是过去的嘛政府，拢有一个即、這个有一个咱必须要去争取的，就是城乡的差距，吼啊，因拢重北轻东啦吼，啊，咱即嘛已经不在东啊，咱在东北部，啊，咱我是安尼想啦吼，最近有几个交通议题啊，我拢是先请。即、这个咱的团队来做一个咱专业的应用，所以咱优先要清楚。我顶刚伫即个某一个专案报告，甲贵会报告的讲，咱优先要清楚铁路高架、山卡道路，吼、哦、吼、哦，这是小弟伫交通建设，即几年即中央政府欠咱爱做好。啊，至于讲地山铁路也好，还是讲即个较长远迄个部分，咱会当甲吼即个专案通慢慢来讲，吼、哦，咱优先。所以你讲铁路高架，这不只是，刚才你讲的，刚才弥平咱这个东西的这个都市缝合，其实安全啊，加速度，你即马吼，
若要解决台北去甲花莲甲台东，咱即马拢铁路高架，减少平交道，安全嘛增加，速度嘛增加，吼、哦。啊，即、这个因为咱规划案已经真成熟，吼、哦。过去有一个，大家你都知影有一个争议嘛，我嘛叫阮罗东兄骂到要死啊，讲什么我铁路要甲同意，迄偌早，迄是进前的这个规划时阵就伫讲迄个方向，但是咱还未成熟，还不会去讲。那现在伊有一个十公顷的保养的机场吼，迄、那个代志处理好，确定，咱即马已经送去啊，即、這个交通部吼，咱希望讲最近就会当请交通部送国花会，啊，咱即马爱启动的有另外一个计划了吼，啊，这一部分嘛，甲咱所有店有一个息息相关，因为所有店民足希望，咱迄个所有新庄后壁迄路山，吼，啊，来会当来甲清刷，啊，咱迄个所在就要发展作为咱北回铁路。在宜兰最重要的那个服务，吼、哦，机务服务的一个中心啦，吼，所以这个铁路高架咱是不哩承受差中央核定的，你若说讲的无唔对，因为咱当然是清楚这个案是啊，挂号挂较慢，中南部因咧挂较早，所以拢是中央负责的，啊，这其实咱嘛是爱中央负责啦，吼、哦，啊，咱卖希望讲咱又搁爱负担迄个配合款，啊，这个甲一般的生活款道路搁无同款，吼、哦。另外，你也都有指教到咱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创，其实你讲的市民化这个问题，文化局这边我们都有掌握啊。啊，大多即马即厝顶的维修，差不多拢是做这个较坚固哈，啊，而且较符合咱即马新的建材。啊，你讲旧的，就是后壁靠挖铁路去动啦哈。啊，咱即马这个工程地处理各方面，因为这个即种有毒。致癌物的这个废建材，这种有关系，这跟那个废炉渣同款哦，这个环保局都有管制的，这袂当随便去倒，所以你跟咱乡亲讲，免烦恼啊。尤其咱的发包的过程内底呐，只要拆到这种物件，拢要求工会工作人员都爱戴那个 N95 的那个面罩啦，所以那个有一个规格，所以你的提醒，我的要求咱的啊，这个、相关单位阁继续来处理了哈。啊，至于。他都要你讲到一个较重要吼，他都咧记到迄个考队长因太太迄个案例啊，因为我们的这种紧急医疗，尤其是在急诊室，他都咧讲迄种伫急诊室啊，我嘛有几啊个案例，我嘛甲老校长咧检讨讲，咱安那有一个制度去管理即马各大病院的急诊室，因即马拢按照迄种健保的给付啊，啊因拢照流程，甲咱啊即个公务系统同款，拢有一个 SOP。但是 SOP 无法度救到，应该吼紧急这种病况的人，啊，咱家属甲这种老急诊室的这个医生啊，啊，这个护士的对话，有当时啊吼，伊嘛袂当体会咱的心情，吼、哦，咱嘛知影咱这个在地能量，所以我常常咱嘛拢会去处理讲，啊，无你无在了，我何安转你嘛，吼、哦，啊，伊拢甲你讲一句。好，谢谢以上两位议员的咨询哈。那我们现在来休息一下哈，休困十分钟了哈，好休息。
好，哎，我们继续开会哈，请县长及相关主管继续列席哈。好，请登记顺序第二位的陈汉忠陈议员跟林成功林议员。好，请开始。啊，感谢大会主席，啊，林馆长，啊，所有的团队，啊，各位同仁，啊，以及啊，府的联络人，啊，各位媒体记者，大家好早。啊，首先我要请教咱啊林馆长，新政府已经伫五月二十就任，啊，针对咱蔡总统未来的政策有五大面吼，请问林馆长有哪五大面的面向？五大面向，哎，请馆长回答。啊，大会主席、陈局长。啊，感谢陈议员的指教。诶，加在我毋是迄个个员啦吼。不过陈议员伫指教的啊，大概你应该讲的是分做经济、内政吼。啊，包括外交两岸，啊加啊咱即、這个啊即、這个所有的即、這个这个，我看。我们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啦、啊，及两岸关系啦、啊，外交全球啦、啊，是。来，我相信林县长哦，你身为地方的首长，你应该准备好了啦哈、哦。这应该对讲，我们要正面迎向一切的挑战啦。中央甲地方，恁即卖一定拢全面执政啊。而且，本席是希望讲啊、林馆长，你能够运用你的丰沛的行政资源，来解决咱宜兰县财政的问题，都来争取都较济的基层的建设，啊，有真济的。你头拄仔讲的山脚道路、啊铁路高架的部分，这拢较大项的。可是我所了解，伫你上任的当中，你就一再去呼吁这个代志。可是即马中央政府嘛全面执政啊，我希望讲你剩两年外的时间，会当把这个代志一一来甲完成。这嘛是宜兰县民啊所期待的。第二点，县政府的目标第一项。贯彻公安防灾，打造韧性宜居城乡，为了减缓调适我们气候的变迁带来的挑战，灾难与危机主要的施政有五大项。第一项就是咱中流域的综合治理计划。第二，贯彻我们治山防洪、治山防灾的工程。第三，修订宜兰县总体规划，拟定我们宜兰县区域的计划。以及都市防灾这个规划，甲这个定期的啊检讨。第四，强化咱本县防灾体系。第五，要建立咱土石流防灾体系。林馆长，你所列的公安防灾的施政，本席非常的赞同。但是，我要请问咱宜兰县现有的人口有偌济人？四月底的人口人数是457,815人。请问馆长？你现有会当动员的救灾能力到底有偌济人？设备有偌济？请馆长回答。好。哎，大会主席，谢谢陈议员。啊、目前我们的消防人力240个，一消513个，民间救难团体187人，以上报告。好啊，这些设备呢？设备呢？本局的设备经过盘查有1112项，这个在今年二月到四月都已经全面盘查过了。以上报告。好，您请坐哈。假设啦，宜兰县发生重大灾害，这些人力跟设备你要如何的应应？来，局长，请你回答。灾害的发生，一般来讲会由
小型灾害经过转变以后，尤其可能扩成大的灾害。本席是说发生重大灾害，重大重大。重大灾害除了动员本局当天值日人员之外，我们会立刻要求所有的轮休人员返局。灾害如果扩大需要外县市支援的话，我们会透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请求外县市的支援。目前各县市的相互支援的机制都由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一来调度，有关需求部分我们会视灾害状况提出。你有办法保证我们宜兰县政府的救灾应变能力无力快速的抢修恢复吗？有没有办法？可行不可行？就有没有这个能力的？报告陈议员，我们有办法处理的范围，我们会自己处理。如果需要中央支援，一定会立即向中央请求支援。现在已经地方跟中央都一条边了啊，还要再请中央？好，您请坐了。管定会到。管定会打不了一打吧。这是日本熊本大地震以后 FB 盛传的受损的路面在一周以内全部的恢复原状。我们能够在第一个时间大灾难来临的时候能像日本国这样吗？县长，诚如你所说的啦，面对我们全球的气候的变迁的趋势下，积极的气候积极的发生的频率，我们也应该要重视不确定的灾害与环境中的这些灾变。本席不希望贯彻公安灾害只是纸上谈兵啊，我期望我们县长带领你们的团队能够积极建立我们县民的灾害紧急应变措施的能力啊，这更能够提升整个的灾害防救作业的能力，也加强我们防灾的体系了，保障我们县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让我们县民能够真正有安稳的生活。这是本席所期待的，所以说我要提这个数据来，就讲，人日本会当安尼，都伫咱县长所有的施政报告内底，拢写了非常的详细。这都是一个清理啊！好，我也希望说，在整个的公安以及防灾的体系，我们县府的团队一定要积极的去做好，积极的去防范，积极的去演练，这才是我们宜兰县民所期待的。好，我都问咱管定吼，咱小英总统就职演说，他有强调，新政府会用严肃的看待气候变迁、国土保育以及我们灾害防治的相关的议题，因为地球只有一个而已，咱的台湾也只有一个而已。请问馆长，你知道目主前咱宜兰县内所有的矿区有几个？请馆长回答一下。阿清。台湾主席陈局长，感谢陈议员吼，真敬佩陈议员即马针对咱这个环境。影响吼有一挂课题，所以他都有提到韧性城乡变作咱上大个施政目标。伫咱宜兰县目前你讲个即个矿区，它一分做几个部分啦吼？水泥个矿区，水泥个矿区即嘛四个水泥厂，都四个。大理石个矿区也是咱一般沙石个矿区啦吼，就是讲甲矿务局所申请个，伫宜兰县不管是伫南部吼、大南部地区。也是伫咱即个东山甲大同即个山顶，包括咱宜山吼一部分也阁有矿区啦吼，所以即个矿区差不多，依据甲矿务局申请要征缴的吼，应该未超过十个啦吼。目前我所在数字是安尼。好，感谢馆长哦。其实要都有49个啦，台湾拢总有254个矿区啦，其中有189个一定拢去做吼。全台上济个矿区就是去花莲县，有79个矿区啦，基数就是咱宜兰县啦。这两个拢是咱东部的管区哦，就拥有7个的开矿区哦。我们口口声声说国土保育，却放任采矿者任意的摧残我们的国土。这个你看，这个部分
我想要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咱陈登清局长在他的 FB 上面所拿到的哦，环保局。我要讲的就讲，台湾森林、森林的保护啦，种种拢有这黑洞。环保局局长伫 FB 就是我头下看这个部分，可以这样吗？我们不断的花费庞大的一些资源，结果让这个国土这样的摧残，土石流、洪台火水来这么多，我感觉馆长啊，你当嘛要落任嘛啦，吼、哦，中央嘛执政，地方嘛拢执政啊，是毋是针对这个部分，你甲小英总统嘛拢真好啦？是不是这个部分会当去中央来立法解决这个问题？无咱台湾嘛，干那一个尔，都安尼继续落，我相信台湾人民这个所在，我看不是幸福依然尔，我看这个所在无再有得大落。哦，我听你的意见啦。啊，代表主席，啊，感谢陈议员的指教。这个课题分作两个层面了吼。第一层面就是讲，咱过去较艰苦的时阵，咱嘛捌错过去喏去吼，去探花卉。咱其实台湾伫咱家的内需的建材市场，水泥嘛是必要的原料了吼。当然，咱即马这个矿权的这个处理啊吼，他都陈议员指教，只有一个议题啦。对伫咱的山坡地保育上界敏感的顶油的这个山顶，基本上你也看咱即马保安林地啦，各方面啦，拢有真侪这个法令的管制啊，唯一只有采矿吼、哦，好像是特例。所以当局长伫讲这个议题的时阵是希望中央伫相关的法令顶头，卖真侪矿权啦，矿务局啊准以后，爱就变作所有问题拢等候咱地方吼、哦，咱地方只有个。要求水土保持爱做吼、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大概最近的环保署长已经开第一枪啊吼，因、哦、希望伫未来相关的法令顶头啊，制度会当更加完整。所以伊伫国家公园先进啊，咱即马宜兰县吼有关的矿区，咱即马开始要做这个国土规划啊、哦、国土计划化，所以伫这个部分要是要纳入这个制度加。这个相关的这个工具来对了吼，所以国土计划将来陈议员所指示的这个部分，咱希望讲有一个总量管制，就是讲在水泥伊若供应国内的这个需求有够的范围，第一个矿区不能再扩大，第二个要开始要求做环境补偿，就是跟咱即马收取的那个土石采取的特别税赶快。你伫这个所在有开垦过，我想爱做相对的保育，吼、哦，这是咱未来伫政策工具甲制度面啦。啊，所以你指导这个部分啦，咱会继续来甲中央来对话啦、哦。好啦，感谢馆长啦。以蔡总统他的国土保育的重点啦、啊，在这边我也请你积极的建议中央修法啦。县府本来就有权责，要加强去取缔、稽查，甚至要。有个法则，严格的法则，这样呢才是对的啦、哦、好，我再就教你了。本县咱幸福 2.0 啊，这个施政目标有十二项啦，关键的目标吼、哦，第十一项要实现咱青年的圆梦，协助我们青年创业创新哦。啊，为着要鼓励咱青年啊，回来咱故乡就业。也完成咱青年创业的咨询的这个平台哦。在你的施政总报告里底吼，都是提升能力、自我价值、耕耘地方、扮演社会革新触媒，以及咱馆长你伫第一任甲第二任吼，这个当中为止，咱县政府到底去辅导偌济青少年来创业，他的存活率到底又有多少？你要回答还是公理处还是劳工处？哦，公理处来。
主席好，陈议长，那个跟陈议员报告哈，那我们目前的做法哈，之前有一个那个幸福微创贷款，那幸福微创贷款，我们到统计到目前为止哈，应该是有19件有逾期的情形，好，已经有逾期的情形。那目前的那它存活率多少了？存活率多少？因为它陆续在发生，大概有70几%左右。好，你请坐了。小英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为着青少年要打造一个更好、更好的国家，青年人要创业，最缺乏的就是资金与媒合的平台。本席伫遮是要建议讲，咱管政府希望，予咱青少年的处境会当变得较好，创造友善的环境啊，来积极来辅导咱青年创业，必定。要提醒他的创业注意他的风险，更要避免同质性过高的问题啊，以免创业不成反背成债务，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讲这个部分，那么希望讲管政府哦，公理处也好，或是劳工处这边能够积极啊来辅导咱啊青年朋友来创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机制。再，我要问我们啊，县府吼，咱施政目标之一的，就是推动咱绿色生活，打造干净能源的产业哦。在县长的补充报告也提起，我们希望宜兰县再生能源能达到10%以上哦。啊，已经开始筹备成立哦。咱宜兰县再生能源的开发公司，请问县长哦，宜兰县在经济部能源局。这个智慧节电竞赛当中哦，这个名次哦，18个县市哦，咱到底是第几名？啊，成绩都如何？请你回答一下。来，环保局局长，成绩如何？啊，主席啊，各位议员、李世先生早哈啊，谢谢陈立远的关心哈。那个我们宜兰县过去就是从去年这一整年哈，那个我们宜兰的排名。好像是在第4名还是第5名了哈？那那个18个县市啊，第几名？我们应该是第4名还是第5名？哎，啊，你们的成绩如何？那我们是那个在节电上面哈，那个前面的3名好像都是负成长哈。那我们的成长是算成长一点点了哈，就是0.0%。0.22%了哈，所以就节电的成绩上面呢，我们那个是第一那个在对成用电上面有成长的第一个县市哈，那其他的成长的更多。局长，你请坐了，18个县市的，我不知道第几名了，你说第4，我又去查了，可是整个的成绩是-0.22%了，你要正成长，你乱讲啊，自己的电自己要去省呐。在节电竞赛成绩中，不能沦为是个口号了，好不好？数据会说话了。我要问的就是讲，推动太阳光电这个系统上，在咱工作报告内底，它也局限在公部门的屋顶。请问有关私人建筑的产业上的建筑物是否可行？当然，管建物所推动的成效又如何？好，管定你那边一并回答了哦。刚才早上我看报纸哦，国发会投了1000亿基金啊，在经济咱经济部、哦、推动100个太阳能计划啦。啊，咱经济部长李世光啦、啊，早上在媒体上宣布的啦。啊，我现在要讲这個，新北市为着要推动这个节能减碳的政策，伊伫2001年针对绿建筑给予6%-10%的容积奖励，啊，引述绿建筑它的认证权数是全国第一名的，有123件。我要请问就是讲，现主席宜兰县获得绿建筑的有几件？来，局长你回答。来，绿建筑有几件？报告议员哈，因为依照这个建筑技术规则哈，在大有几件啊？我问你几件就好，我时间不够了。光有建筑的部分应该
这个部分资讯我这边可能要查一下，因为光有建筑的部分在一定规模以上是一定要绿建筑的，那私有的部分是没有那个。你要来备询，是要给议员、候议员质询、备询，恁都是资料要准备好。是，在单位执行你们也这样哦。这个不是林聪贤的团队哦。好，您请坐。我现在要讲安尼，王友，如果会当用奖励办法甲这个条件来推动这个成效，我相信哦，未来这个方向是对的啦。因为宜兰县是环保立县，你这个部分你的看法呢？简单的话，看有啊无安尼啦，会当啊袂当都。咱的目标一定是爱做，而且嘛做会到吼。我们的目标就是用韩国的经验，省下一座核电厂作为目标。他都啊，单元机构的讲节电，好，咱开源节流嘛，吼。节电，咱起码他都要讲的是讲，我们还没达到零成长。他都啊，咱那个微幅0.22，啊，我们希望讲，我起码有一个推动委员会，他都啊，你的机构应该是安尼啦。每个部门都要整合，这个绿建筑这边，应该有一个政策工具要去奖励，有的就是补助，有的就是用奖励吼，啊，有的就是要大家提供这个土地出来。我知你，反正我要讲的意思是讲，如果建商啦，还是讲这个产业界能推出新的建案，吼，以后就是让新的建筑有意愿来推动我们太阳能光电这个系统。啊，咱会当互伊讲啊，比如讲啊，6%，还是10%，这个容积率，吼、来奖励，还是要用什么方法？迄、个指标应该是安尼、是要用什么方法？包括绿建材，就达到节能减碳的目标、那个都可以纳到这个奖励的政策里面。所以这个部分是建设处现在他讲了，他只有现在是先从公有建筑，但是民间呢？量较侪，迄民间咧爱互同齐化来，哦，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我们还没有去收敛了哈，这个政策要把它收敛。我跟你讲，底下本席还是建立我们县府团队的，你们积极去研办啊。那个，请大会主席列入大会记录。好的，要求事项哈。好，县长你请坐哈。我在就叫我们人事处的郭处长啊，何谓下流老人？请你回答，郭处长。下流老人啊，下流老人啊，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请你回答。你不知道？对，我不知道。本席告诉你哈，下流老人是日本一个社会学家啦，田藤孝典著作《下流老人》，那是一本册的，伊当中有指出啦，月薪台币50,000元以下。以上就是中产阶级啊。20年后跟30年后，可能又穷又老又孤独，沦为过着下流的老人，中下阶层。生活的高龄者，处长，你是应该是高产阶级的吧？你的薪水多少？啊，你的薪水多少？哦，1万多，哦，1万多，算中产安尼哦，哦，这样好，你请坐啦，没关系。伫遮，我想要讲这个议题，我相信哦，你绝对不会沦为下流老人的哦。都依据咱全球的老人榜哦的调查哦，我们台湾排名是第4哦。伫遮，我是要问馆长哦。咱县内65岁以上的老人到底有偌济人？啊，台湾主席，啊，咱单议员机构这个部分啊，咱目前老人人口65以上已经14.45%哈，这是应该是截至到4月底的数据了哈。啊，那换算咱的人口数应该是超过60,000+了哈。所以你头都要思考这个部分啦，大概咱即马伫未来的这个高龄者的这个照顾啊，咱的高龄友善城市的指标，而且个部分，咱拢边啊边好几种阶级流动啊，后摆
那里许多人变成三个高端哈，所以这个下流老人今嘛咱希望讲有几个政策啊，会当包括中央地方同齐做哈。中央的部分就希望，因为未来囡仔生了少，所以税收会越来越少啊。这些年金，因为你也知道刚刚讲，如果呢叫一般广告人员，那一当地中层的主管退休。月领5万6万、大概没有问题，不过未来币值或者是相关的生活成本、可能会越来越高。那如果政府没有一个制度会当以其老人生活行走一些费用啊，以其他的家庭生活不够，所以这变成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要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制度，让四大人会当健康在地老化，一个是以这个基本的这个经济会当维持以基本的生活，所以包括以房养老，也是讲后摆伊的退休制度，会当变作是一个确保伊一个生活安定的一个基础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咱拢会阁继续来拍拼。好，感谢馆长哦，你讲的这个我都知道了。可是你要避免沦为下流老人，就是老后生活富足，不能只靠金钱了，或是物质了。要能频繁与亲友联系的，来积极来参与咱社会活动，甲朋友互相扶持啊，都可以避免跌入下流老人的这个深渊的。宜兰县政府在财政困难及负债的情况下了，又要因应我们长照双法，率全国之先呐。那我设立这个长照服务管理所，以兼顾失能失智。身心障碍者以及特殊需求的四大对象啊，你叫我们都请问管定哦。以目前我们的老人的结构，你认为本县的安养床位足够吗？等一下你再一并回答了哈。本县底下是接到真侪咱民众的真情啦，甲欢迎。有一挂较优质的安养中心啊，譬如讲圣嘉明啦、玛利亚啦，他们的候补人数哈，达到两三百人。啊，咱管政府有没有因应的措施？哦，这个部分你嘛，南明家一并回答了。伫遮我想要讲这个问题，本身嘛要伫遮要建议恁，就是讲，除了需要安养失智失能老人之外，也要考量到健康的老人了，要好好的去思考，来研议未来的养生村的规划，利用公有的土地来自行新建也好 ，BOT 也好。啊，这东西少子化获得老人生活的未来的趋势啊，也绝对对我们的财政一定有帮助的。县长，你认为这个可行吗？啊，请主席列入大会记录啊。好，列入大会记录。感谢陈议员，我想咱这代拢开始爱想着建构咱时代一个安那来稳定。支持的一个制度了哈，阿玲阿伯咱买度着哈，因为现在是少子女化的时代。他都话讲的这部分做两个部分，他都话陈议员讲的无唔对，即马国家的资源差不多70%在照顾无健康的老人，所以他都你讲这些机构服务床位数哈，那依依然管咱即马公私立，诶，这个机构的床位数其实是有够哈，照顾这些这个卡层噶这个需要这个专业照顾的这个部分，但是对着健康的四大人，这个照顾基本上是不足。所以咱即马在推动老老百健康家园，咱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讲，其实咱在做过一份真严密的调查，这四大人来伊个难关，咱这顶级呢吼，其实伊毋是爱你给伊津贴，他拄仔你讲了无唔对，伊毋是爱金钱，伊爱是这种叫做社会参与，爱就是迄种。伊个即个生活会当伫伊个生活圈内底啊，有人甲伊做伴了吼。所以即个代志啊，咱即马要推动配合新政府，咱要做一个叫做三合一的政策，吼。咱希望讲甲四大人保育吼托育的部分，甲女生的这个妇女的这个就业，甲加州会配合我们这个老来保健康促进家园。咱就是希望政府要有一部资源来完全照顾健康的这四大人。咱最近我馆长因带咱的团队去北欧看，因就是一个他开处方签啊，
连要求老人家做他规律的运动也可以开处方签。所以你看到这澳洲的这许多人六十岁七十岁他还可以去爬车链、哦啊、但是咱可能咱现在许多咱就要保持给他他脚踏有还是可以走，按理来说他可以健康，这种亚健康那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健保资源。有一个数字真要紧啦吼，咱台湾，咱即马平均的寿命拢真长，但是就是最终，到他生命结束啊，有七年半伫病床上面，但是人熬夜的人是十四天，所以我们现在的健保资源完全是这个分配的扭曲，所以咱即马是希望讲这个部分来去做点到头倒转来。所以你讲的这个议题啊，但是阮这边开始要拍平目标。你们好好的去思考了啊，好好的去规划了，这是未来的趋势啊，也是现在我们要去做的啦，不然到时候真的变成东西下流老人啊。好，我再就叫你哦。幸福宜兰，从你现在已经第二任了，到今天是应该是。已经一年五个月又六天了。在交通的方面，雪隧严重的塞车造成宜兰观光客的锐减，像去年就掉了30%，现在今年好像又掉了20%。阿迪迪县长，你最熟悉的罗东夜市就可以听到这摊贩的心声哦，而且也是在你上熟悉的所在，最抢手的民权路的店铺，现在已经有五六家都空置着。又看到常看到车子开进夜市当中，可见游客已经都没有了，而且有借口在说中央不配合吗？要改善交通，要如何去争取？我相信这是县长你一个真大的一个课题。第二，农地政策打趴整个农地的价格，又趁机的来惩罚民宿业者，抬高地价税、房屋税，本地的真正的农民直接受害。当初我们农业署以粮食危机来欺骗社会大众，说稻米自给率才32%，但来自农委会的资讯却是稻米产量过剩，已超过100%。这个烂摊子你要如何去补救？第三，治安的问题，根据我手中的资料，哦，宜兰县新闻伫今年一月开始到目前。小案不计，光是重大刑案就有30件。宜兰县从来没有银楼的抢案，没有银行的抢案，现在都发生了。当街开枪、打人、砸店，街街都是。毒品进入了校园，县长你都无感啊？警力不足的问题，你有到过中央去要人吗？宜兰县总共有56个派出所，警力有1124个人，总编制爱1533人。伫六都来讲，每一个警察爱服务300个的民众，但是宜兰县每一个警员爱服务500个民众。所以讲，伫这个数据内底。咱宜兰县政府医生编列1310个人，也就是讲，离伊个医生个编制要都差186人，甲总编制拢总差409人。加上现有即卖路径增加，也都较侪个趋势，所以讲，伫这个伊个生产期，就有2年个时间来占这名额。拢无法度来补足，警力也无伫减少，所以讲伫真侪个媒体个报告当中，
三十个重大案件来讲，五个月发生，这个警察、这个警察不是替人的，看到这个远景，我看他们几乎都没有笑容了。你们欠人家多少的价？要知道，警察是我们人民的生命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啊，所以讲就是讲，我娘，我要讲就讲，虽然现在的警力他补足以后，他新进的人员他的待遇是48,436块起跳了，但是服务30年以上的50几岁资深的员警，他们的退职潮是非常的严重哦。再来也没有老干薪资的传承下去了。哦，前几天啊，咱宜兰加油站知识的问题，在案件的处理当中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哦，无辜折损的一个优秀的分局长。阿六，依你五星级的县长，今年内可以满足186员警吗？目前所编列的员警预算，在明年106年的总预算当中，可以把这些总员警1533个的预算全数编列吗？请你回答，还是请局长？好，请答复。我决定了，你啉一下茶一下。是主席啊，议员还有各位一座大家好。那非常谢谢一座关心我们有关于我们宜兰县警力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宜兰县确实如刚刚议员所说的哈，目前的警力缺额是186个，占我们所有我们预算员额的14.2%哈。那当然警力的部分让一座关心度很多次，那么我也大概都好几次跟议员都说明了是事实上你也非常了解，这是真的是全面性的一个问题。那因为有这个除了警政署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在有一批新刚毕业的分发到我们宜兰县，有40多个人是在全国除了6都之外各县市当中分给我们人数最多的一个县市，其他的人数是比我们少啊。但所以说在这部分，但是呢因为我们退休或者是他调的人员，好，大概也差不多是进来这个数哈，所以基本上虽然有增加，比调出去的数跟调进来的数大概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那因为这个是人员的调动啊，跟退休，我想这是一个自然的一种循环了。那警政署也预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在目前呢、啊，在采用这个就是大量招训的方式，那预计呢要到民国109年全国的警力啊才能够做一个完全的一个补充，那这是目前一个估计是这样子。啊，再来，没有了。啊，是。那至于说这个有关治安的部分呢、啊，刚刚一座关心到这个就是今年好包括媒体所报道的很多件的这个治安的事件哈、啊，我想这里面特别跟一座报告哈、啊。案件发生，破案是警察的一个天职。在这么多的案件当中，我敢跟一座报告啊，可以几乎到100%，我们案件都有侦破。那么，但是而且这很多新闻所报道的案件当中，是我们主动去侦查、去发掘出来的案件。比如说毒品案件、贩毒的这个集团，这些如果说我们不经由这个积极的布线侦查，这样的案件是隐藏着的，所以说是要透过我们这种积极的侦查才能够发掘。但是局长，本席所了解的还有很多的窃案啊都没有曝光啊，民众已经非常的恐惧了啊。是没有破案的还很多嘞。是我刚刚、你不要一直在讲说有破案的，本来案件发生就要积极去侦办啊，可是没有侦办到的呢。不好意思，我们不会没有侦办到，但是破案当然是有，还是有案件是没有破，这个是不容否认的啊、哦。好了，重大的案件，请你积极哦，维护我们宜兰县的治安的安全网去做好了，哦，卖我往管定安呢闹鬼了，好不好？整个的团队就是要保护整个人民的生命财产嘛，对吧？在治安方面，你应该要再加把劲了，好不好？您请坐了。要建立前面的关怀枢纽，关怀枢积极来辅导建制这个关怀的据点。
请问目前有62个关怀据点了，啊，前线老人化的人口越来越多了。反正我要讲的就是讲咱罗东啊，哦，伫你的任内，我做副主席、主席的任内当中啦，哦，我前几工有跟咱啊建设处也好了，还有我们啊社会处这边哦，针对啊我们国华段106地号现管土地停留用地哦，这个评估新建。我们活动中心哦，啊，现在有头绪的啊、哦，我在这边我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哦。是要到两个都天门甲工程这个两个社区啦。而且我是希望讲啊，镇长、馆长哦，会当去咱第二文化中心完成了后吼、哦，咱罗东地政署所迁移了后，啊，罗东卫生所嘛迁移，啊，原有的啊罗东地政署所。甲管理的卫生所这个方向，吼，一旦归还我们罗东镇公所，也是讲来做为咱天文公正这两个社区，以求管用合一啦。你看这个部分安尼有可能无？哦，啊，至于讲两个社区，两个天文甲公正这两个啊社区活动中心哦，啊罗东卫生所如果也无迁，甲迁出咧。但是劳动地政迁出来了后，是不是会当让县文甲公证来做活动中心的使用啦？馆长，你看会当无？我请你严厉看看啦，因为卖哦，这两个社区讲，阮当讲啊，咱镇长两届啦，啊，馆长当嘛两届啊，已经过几十冬啊，拢同款拢无关心啦，啊，都无鸟也无加零，哦，这迄当阵嘛是咱积极起号了，可是都无多啊，哦，公所。你执政的啊，县政府都别人执政的，哦，啊，即摆应该是无这个问题啊啦。哦，你请你回答一下。好，全答有。啊，代表主席，感谢陈议员。其实，罗东每一个社区，其实咱拢非常的关心啦吼。但是社区的运作，唔是干那看伫活动中心啦，哦，也是爱看伊社区啊，即、這个乡亲甲伊啊运作的目标。啊，至于咱即卖现做是啊，即、這个卫生所，卫生所伊迄个位置，因为拄拄是咱即卖要做即个高龄者照顾啊，迄个所在是真市中心，哦，所以照理讲卫生所应该无适合煞，所以咱伫规划内底卫生所嘛无叮当啦吼。那咱个地政署所煞了后，你嘛知影公证派出所，你即卖新的迄个行政中心，迄是伫五街乡，所以公证派出所大概都伊来煞来。咱个地震事务所，所以伊大概啊空间，你要落地震个时候，哈，地震伊不咧关闹啊。对，我即马讲，因即马要伫协调嘛吼、哦，就是讲，伊除了考虑安全，他还有枪械啊吼、哦，安全哦啊，是不是？库里所对这边啊，无我唔知吼、哦，但整个规划，那希望那个这个财政处啊吼、哦，跟警察局跟几个单位你们去协调，咱空间呐、啊。有公共空间的部分，社区伊随时要开会要啥、啊，我想拢通用。我建议希望讲你啊积极来办理啦，好无？好，因有材料就无。咱讲真个，劳动土地嘛是寸土寸金啦。其实你讲到公证甲新闻吼，因为你呐公证你都甲新闻你是公证都做界界嘛吼。你来讲新闻，伫迄个所在又需要空间，啊，你讲地震，因为你咱这个部分呐，我想秘书长你再协调一下啦。因需要吼，其实社区因即马伫运用，其实内面真大个空间啦。有一个会议场所，啊，你办活动差不多因拢伫其他个所在嘛吼，可以共用的空间，爱佫离公所嘛近近啊。这其实是参公所拢爱同齐来啦吼，因为你本来这都空间通利用。啊，公证社区个部分啊，我们可以盘点公证国小或者是罗东国中有没有，因为现在少子女化有闲置的空间啊。因为即马工程，因都即马甲信义拢同齐做伙嘛吼，啊嘛就近，吼、哦，即我想即拢是通个协调。你们积极研议啦，啊，秘、欸、书长，哦，你积极甲公所甲社区因来积极来研议，互因有一个啊活动的场所啦，好、哦，以上因有法占着时间啊。何成功有吗？好，林成功，主席无请我都唔敢起来。主席啊，管务同仁吼，大家午安，大家好吼。要请教馆长，即卖上强调叫转型正义啦吼，啊，咱过去都有一挂历史背景吼，
一寡戒严时期啦，一寡单位，尤其水利会，常常甲县府的权责是冲突。管理有你即摆有迄、那个有想过无？因为常常因为事权不统一，啊，人民的权利受损害，尤其宪法所保障的，不知道找县府还是要找水利会？啊，有没有可能，伫个中央甲地方拢合在一起的时候，即、這个物件伫转型正义中间争取一下，有机会无？把水利会纳入行政机关？你要水利会什么单位？反正地行政机关要授权，咱就来个管路狗，而且讲成立一个是宪法所保障，比如中央、地方、中央县跟地方是合制的，不是像安尼未清未楚。你一个水利机关熬灾善熬啥，人员尽量未清未楚，管定有可能无？你转型正义，相信本土政权一直强调这個，这是不是这一环？你来讲一下吧。好，请答复县长。啊，代表主席，啊，感谢咱林成功议员的指教。啊，拢等水利会伊个财产、伊个权责，其实拢是啊，咱县政府哦，也是省政府做农地定位啊。然后你甲看即马事权有淡薄仔分散，你只农水路上爱做嘛是县政府甲乡地市公所啊，所以即种管理个权责啊，迄过去迄个老时代，因为以前有收水租、毛产租哦，迄是以前制度，所以你们讲即个部分啊。那依这几年的建议，咱是认为讲要让它改为公务机关啦，改为公务机关，安尼咱才会事权统一了哈。这个方向我同意这个方向。啊，而且因为这个部分中东部有一个小组哈，就是你看伊爱未来你讲的这转型正义的修法专案小组，以后我嘛知咱以为当地做一个提案嘛哈。以后如果说我们地方都有比较积极的声音，因为这里面有两派意见嘛，哈，中南部不希望，啊，我们如果说觉得有更啊这个有利的这个理由，大家都能够支持的话，我将来在那个小组，我就可以来专心来提案推动。好，感谢管长哈，这是好代志啦，因为人生短短嘛，好不容易出来母家做总统，啊，伊嘛有叫嚣嘛，因为伊无家庭嘛，愿意来承担嘛，哈，啊，当然地方的声音要听啦，因为我听的就是。很多的问题都在水利会，一个行政机关，然后法源我嘛唔知，然后又有他的土地，唔知是带掉出来还是到位啊，然后又有人员，然后人员又变成勾勾叽叽勾勾了，这个真的是行政机关，我感觉紧急管，所以咱管路来塞，底下尤其今麦中央跟地方都一致的时候，能够跟民意来配合哈。阿连我要签稿哈，我们前一段时间我有提到，咱那类消费场所哈，我们很有魄力的，针对不合规定的或不合法规的，去搞不合格场所。我昨我冇问咱文化局的局长，洪局长，你们票蓝博的票或绿博的票，再跟不合格的餐厅做搭配，这样合不合理？伊讲唔好啦，吼，我嘛感觉唔好，因为无咱公部门就拢乱起来，尤其不合格的餐厅。咱公部门应该阁避免用公务预算去盖产物，比如底下办活动，尤其一寡它的设置都不合，比如在农业区的一些吼，迄、哦那个搭棚啊啥，我们文化局更不应该过滴过往经费预注意，哦，所以这类你若无管理，陆陆续续会再产生，吼、哦，都告人都发现讲，县民大道又有新的餐厅要盖了，吼、哦，我买点名谁啦，吼、哦，都能行政机关。有一寡执行上的程序跟流程，但我要建议讲，赶快温泉标章嘛好，哦，就是其实你拢纳入管理，何人民有选择的余地，啊，咱公部门率先，管理你有需不需要啊呢？就是说你至少是违规的，我们议员有执行的，确实，哦，比如你是不合格的旅馆，我们不能在那边办开会，我们不能票跟他有连结，那不合格的餐厅，公务机关不能在那边办餐会，公务人员尽量避免去参加，那我们议员是没办法，我们看着办。反正你讲安尼有理也无理，你讲一下无？全答复。感谢林成功议员这个指教。我要求我的办公室，哦，有好歹事，他都你讲的这个场所都袂使摆我去。哦，啊那摆我去都陷我于不义。他都你讲的这个关节感官，我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的这个主管同仁这样说了哈、哦。有没有违规？有没有那个非法使用？咱内部拢清楚。对我你无可能讲，咱拢唔知啊。嘿，安尼一个管政府会用笑，所以任何的公务活动跟公务经费支出的，应该不能在这些违规跟违法的场所，这是基本的原则了哈、哦。这我们应该要求。
管理员熊厚奇案例呢，我们经过查查之后，发现他是不合格，那就比较不合格。哦，麦给他针对全脸的，因为贴了有选择的余地嘛，人民也做酸点嘛，这是一个法治国家上基本的吼。啊，反正我今嘛要分享一个我将一段时间跟咱建设处长、公里处长一个真美好的经验，就讲、是、我们共同在谈龙潭湖怎么发展吼。啊，我们家这个讯息有没有到你那边？你看，我们建设处长因为一起到石草村嘛，那有经验我也跟他这边会谈。那公里处长也在参与其中，伊就讲，哎、欸，那龙潭湖因为像你这地都给长庚生计嘛吼 ，take 啊，迄、那个所在今嘛落阔遮大条，尤其咱五副馆长之前毛争取甲台化争取，那毛医生吼争取甲那围墙拍，即摆会使讲进水。最近呢，严稳固语，我相信有目共睹了吼。嘿，李志文村长讲啊，我大即摆即新闻即报来，一天来一万个，啊，这就是咱的亮点嘛吼。乃至观光工厂，因为龙潭它的位置很特殊，因为它离咱起步近近，过来它可以有很多生态，有很多生活底下来的。啊，咱建设处长有讲一个愿景，我感觉袂歹。你们有没有讯息？有没有到县长这边？可以找他们台化或者长庚生技来做湿地重化的概念。你现在人。本来处长担心讲会反对，我讲没有啊。后来问了之后，他们期待，哦，乃至于你有周边边挨路边个拓宽花五亿元，他们也在期待，因为他们已经沉寂很久了。过去有人要叫发电，没有，直到最近哦，让我弟叮当起来，我用故意插起来，然后小姑李署长啊、船长伫拍拼啊，这个东西，咱县长这边知道多少？那要不要做一个政策指示？是不是你进来两三年内有一个进阶？啊，不共遥遥无期啊！我们现在只知道说，县政府的吴副县长拿了800万，啊，然后跟台化的部分把围墙降下来，现在变漂亮。那后续有湿地重化的概念，吼、哦，啊，别来推，管定家唔在了解，啊，管定愿意为这个政策做一点政策指示吧。好，请答复。感谢林议员对龙潭红景区甲龙潭迄、那个。整个都市计划一个关心哈，其实这些年来啊，为什么会有这些扰动，而且都能够逐步推动？包括咱你开辟那条道路，其实都是底下准备有一个打造。啊，这个打造进前大概你才都讲到，上大地主都是台塑集团嘛哈，伊若无愿意，大概我们都很难伸脚出手。那后来是经过我们很多的说服的过程，所以他都要你讲诶，这个建设处、公里处也好。我们在这几年发展一个模式吼，他都你讲的这个方向，如果遐地主呐，拢就是讲，因为咱其实真惊讲，只有这个大地主他同意做这件事情，难免如果我们背负土地财团，那如果其他相关的地主，包括龙潭社区在这个风景特定区周边的这个部分，都一起纳进来，这样才会有意思，因为迄个风景区，那无社区营收。无迄个当中的一寡即个在地的元素，其实迄个风景区，你迄个水，咱嘛无法度比梅花湖啊，是讲比啊日月潭搁较水。但是唯一的这个特色就是我们里面有生态，还有宗教文化。所以最近我们也要准备跟林秋山来谈。那我们最近的说服乡公所，伊迄个所在爱禁种，好、哦，你那边里面有几个那个比较特别的这个问题啊，我们都要一并处理。哦，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林秋山，那个佛寺哈、哦，能够来帮忙对这个殡葬设施啊，在宗教某种形态上面呢、啊，能够来帮忙哈、哦。那景观上面，或者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上面，能够再来加持。啊，你来做共建的方向，就是咱即马进一步要做通盘检讨的时阵，那林议员你可以要求我们那个纪文兄甲社区哈、哦，因为过去。啊，这个比来在乡亲呐，伊拢真合作嘛吼、哦。有共识的话，尽量请他们所有的小地主都一起来参与。啊，有这个声音，我就他来大大方来个大塑集团讲，因为他们对这块地，他们不会卖，但是他们在营运上面，你知道因前几年其实因也无看见。那最近，因为他们在追求那个整体的那个效益的时候，他慢慢接受，就是讲。因过去，我们去的时代，遐是要做养生村嘛，吼啊！因每一个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对因迄个所在拢有其他的看法。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做了一部分的观光，他也看到人进来了，
他们也看到那个机会，包括咱即马伫福岛的那个观光工厂的那个轴带连接这个云山吼，所以整个龙潭湖可以成为西北第大 K 级洼整个轴带的发展了，龙潭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吼。张小哥弟吼，来高雄县长吼，县长我要签稿吼。目前我们郊区分局只是五个分局内底唯一无改建。啊，我伫想着讲，这个所在拢违章吼，咱检察机关也不能以身试法嘛吼。过来就是，它确实停车都不足，便造成那个地方的发展是变成阻碍。那有没有机会？尤其中央甲地方拢共一个建款，有没有机会？因为地好像是国有财产局，是不是有一个模式？哦，我问局长，当然局长不敢去做像扩大的迄落去，但是相对我感觉较保守啦。我认为这有一挂机会也是在三乡，遐也是在变成有一个停车场，或者厅舍跟业界，或者跟用国有财产局来合作。啊，这个平台是不是能解决真侪问题？我的停车嘛有，甚至规栋大楼内底有业者人要做饭店去顶管，下骹做咱的分局、地下室，也是讲停车的概念弄出来，有可能。今后因为中央甲地方共一个政权，类似的问题免受原来的框架，就讲一定会使甲袂使，就讲伊有新的发现嘛。合作，我无求上边啊，上部真早就讲啊，迄个卖伊啊，伊去一间嘛。但是咱惊讲道理无唔对，但是如果好诶，咱来招标嘛。吼，咱真侪拢有五十年的概念啊，啊是毋是解决迄个问题，互咱这分局这同仁有较好的空间，小水继续运用，有健身房，哦甚至有住的地方。然后同时也解决我们郊区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有可能啊，用旅馆的概念，或是用停车位的概念合作起来，几栋的、几楼，和咱分局，好来做听下，对吧？啊，地下室位了，停车嘛有，啊有旅馆，啊大家拢各取所需，有可能安尼做吧。大会主席，感谢林议员。其实林议员讲到这地，你袂使干那各大区分局啦，迄消分队嘛都做伙啦吼，因为是同齐。整个那个打就是讲我即马基罗东，我即马罗东分局、罗东消防分队吼，这个第二行政中心刷地北边去，所以变善抵善，这是咱的公务机关吼，那改建啦，伊打开这个区域，伊财源顶头吼，你就知影，一个厅啥要改建啦，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财政的考量。啊，用地呢，其实咱若如果因为最近阮。来包括一个专栏啊，这个部分，我也请副馆长这边来协调吼。咱即马特种分队是毋是伫较外口？哦，就是原来迄个公路局哦总队迄个位置吼，遐就是这个国有的土地。如果那块消防分队跟我们郊区分局去那边是适当的话，安尼你讲的这个代志，哦，那我们就来把这个机关用地改为。另外都市分区这爱做一个转让变更，那变成资产，那大概就快了。以罗东这个部分，因为当然行政中心是比较大，这较紧，这种转让变更就会使，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内部在启动了，这消防分队，你现在消防车打开大楼越来越多，它消防车摆在那边，大型的也没办法进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有一个计划要启动，不是只有对分局而已，而且是对这个，而且分局你在勤务，现在你看，那你的观光客在尖峰时段，差不多人跟车拢真多嘛吼，所以后盖迄个所在会当可以变做卖是公务机关底下，我感觉这个区位的选择啊，我们现在在未来的这个计划推动上，我们一并来考量了。对啊，管弟吼，管弟我过来请教，咱草屯哦有一个假菜镇长，你唔知道吧？草屯镇南岛，黄国浩哈，这是我感觉真感动，伊无食酒啦吼，食菜二十年，但是他三年内还了1.8亿，而且他动作非常简单，除以公明丁，够那个，那是寿元，安尼一百三年还掉，我感觉用公用做善的概念吼，其实各乡拢有这个问题，尤其咱县呢，遮济欠负债，我一直是想讲。反正歹势，我一直讲，因为你讲到咱你进来刷我刷为止，到底咱还偌济？你看伊三年还1.8亿，啊，这个部分的这个经验，
你目前你有安那做，还是讲各乡镇你有安那做？我昨昏迄天我听到民政处讲，去咱的清水做取光事业，看是好代志啦。但我感觉你这真侪物件去想到的，你若如果讲伫遐，咱县政府营造一个真好的泡汤空间，互溪南的人卖来个溪北，心理很好。但你今仔日有可能就是供应，比如说中信供应着溪南，其实碳足迹拢伤远，不经济，反而无再来互人民感受着。你若迄一窟挖起，一年拢拿几啊千万，那为什么歪做？哦，所以类似安尼概念，我意思讲，咱财政遮苦困。其实文化局很多预算，我就感觉会使省就省啊，厝个都无钱啊，逐工都要取高和寡创啊。所以类似安尼经验，以洪国浩这个镇长的概念，反正你针对咱宜兰县的部分、各乡镇的部分，是毋是比例使增加？像阮大家都无啥物类似工作工作做善啦，当然大家本身税收较济啦。啊，你有啥物？你有啥物发想无？啊，大会主席，啊，感谢林议员。其实，那伫地方主题顶头，会当有自由裁员啦，讲做善是条上好的路。啊，你马上请教边仔即陈汉忠议员啦，过去阮伫地方合作。那如同你讲的洪国浩即个短期的绩效，你他算起阮迄阵仔的时代，可能应该攀比较侪啦吼。啊，至于你讲绩效，其实咱即几年咱嘛伫议会配合啊。其实我的人来跟大家已经含6亿多了哈。那其实你刚刚的观点最重要的是说，怎么样协助乡镇，卖给他春秋给人哈啊，中央也是咱春秋爱补助。那创造有利的财源，每个地方其实它都有条件。啊，你这个部分，我呢去较积极哈，来去做辅导，因为即马咱呢这个奖励拢是配合中央啊，其实那个奖励金都不多，诱因也不够。啊，我举一个较简单的哈，我们过去。东山河的河运观光，那个东山跟五结乡公所曾经有投资说要做公共造船，但是供起来，淹没地淹温了。啊，我现在举生态绿洲，你也知道现在人不是进到东山了吗？啊，我都跟乡政府讲，啊，你那不爱来经营，啊，我就给你特许权，你得他经营。那这样的话，他就有那个财政的收入。所以乡镇的保安，我你过去接给了哈。啊，地官的保安，你都要公了不唔对。我们这几天在开会，比如说。我们各风景区现在的这些营运啊，过去都是跟他管理跟服务，但是他这里面可以创造那个效益的啊。你像大溪五峰旗风景区，你看大溪乡公所他顶头那些摊贩是变成什么款啊？我们底下的这个停车场或者那个空间，其实它是可以在做营运上面的那个效益。所以公里处它的风景区只有在管理，那营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们县的公共造船？所以你讲这个部分啊，我已经请财政处长啊，由秘书长这边啊，引去研究。那将来我们在公共造船计划要增列的部分，也请议会支持。所以我们要求公共造船不能只有寄望在砂石采取，因为这些中午是刚力无法多，人是以所准为目标嘛哈。那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仰赖砂石采取。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创造自有财源，除了。税的部分，我想要创造经营效益啊，我们现在就会利用农业发展基金会，会利用啊我们的文化发展基金会，会利用我们现在的啊公共造船。所以林议员这个指教的部分呢，我也希望我们相关的局处应该要抛弃过去只有哦我们在计划等财务的时候，想办法自己要创造财务的这个效益哈、哦，这个是我们公务机关要去扭转的哈。哦馆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参考啦，不怕得罪人，把临时人员裁掉，每年省掉2000万的人事费用，这才是用感动的啦，这才假菜人有在做的，因为这得罪人的工作，这熟悉他出成效，你看小英就叫他算馆长，他连任7成以上，所以其实有很多政绩是可以大家来学习的吼。啊，过来就是要请教馆长，你有想要帮阮五副县长？讲几啊讲到位无？吼、哦，伊是咱宜兰的公用财，嘛是阮大溪的公用。啊，我看我无甲伊私底下谈嘛，我看伊伫发表应该是恁贵的贵党的蔡总统是有共邀请。啊，安尼落去，我就感觉敢若怪怪的，啊是否定咱宜兰，啊是否定你宜兰县的信服电力。啊，你认为你对伊即只的表现，你有需要伫议会殿堂？
公开。目前我看你敢那拢无啦吼，敢那好像无讲改停你啊，但是我知道已经停你啦。啊，你有想要伫借这个、借这个、这个殿堂内底，甲大家、甲咱这官民宣泄一下，嘛替阮大家人出一口气，因为唔是阮大家人遐好骗啊，情况好骗，无一定阮负责拍片啊，对吧？啊，但是是不是？还是说，如果我们副县长没有去，将来我们人才能够流动？哦，流动嘛是咱力量的扩张，立法表决了嘛？好，请县长对吴副县长做一个肯定的答复。啊，大会主席林委长啊，感谢啊林成功议员的啊这个指教。啊，小弟担任这个馆长的职务吼，啊，其实这几年来，包括会当连任这么顺利啊，我们在县政运作啊。啊，我们都非常的这个能够进入轨道。其实国务馆长，进前我概只有大概一面之缘哈。过去迄个五年啊，这个先生伫馆长服务时代啊，啊，跟他见过一次面。啊，后来因为大家都觉得啊，我若会当做馆长，会当邀请伊当啊，给咱服务哈，应该是地方的福气。所以啊，当中大概透过真侪关系啦，包括我嘛去甲。这个苏金昌老院长啊，就讲哈，啊，吴副县长当时答应我的事，伊吼打行康鬼弄做料啊，唯一还没有为宜兰这个故乡哈、能够做一些事情，是迄种诶理想哈，啊个理念啊，当时阮安尼有一个默契开始，啊，其实这几年内底基本上，袂因为外人外口人安尼讲吼，啊就会破坏我们之间的默契啦，其实。一个首长最重要的是团队哈，啊，团队内底的左右手那是更加的重要。虽然有真侪这个业务在推动啊，你都知道，我们这机关里面都有一些文化上要磨合。我想成功也嘛，捌伫管政府内底服务过，你非常清楚诶，公务机关内底的文化系统。但是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吴副县长是我所有认识从公务体系出身哈，啊。不管服务多久，不管他的职务在哪里，他的服务热情跟专业的表现、老实讲，都是我们宜兰县政府每一位同仁都要学习的。虽然术业有专攻了哈，虽然那种个人专业，但是他的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真的是我看足侪公务系统出身的哈，伊不是政府的，伊是公务系统出身的，啊，迄种的精神就是需要咱去改变公务机关文化。这是最重要的人，所以因为安呢，这个桂田其实今天在这边，因为人事的问题，我们是不方便去致会。但是我副馆长是蔡主席已经速度给我拖过两届，一届是蔡主席要阁担心啊，这个党的主席的事，都要邀请他去做党的秘书长。但是吴县长就是讲，迄不是伊的兴趣跟专长吼，他给他婉拒。啊，其实我副馆长伊嘛认为讲。啊，伊安尼吼，一直想要陪伊诶，即个厝诶人嘛，速度甲我讲吼，是毋是安尼？各家都好，各家都好吼。那事实上，这个过程，各位都看到，现在新政府就是，在组成这个团队。那小英总统在演讲说，他只有讲，他最重要就是四个字嘛，要解决问题吼。所以第2206台南发生大地震，如果大家若去看迄个较美角诶时阵，迄天透早八点，吴县长已经坐高铁吼，啊中途未通，伊想办法已经去到现场。啊，即卖去行政院迄个陈秘书长啊，因整个那个运作啊，还是请吴副县长去做专业上面的协助。所以，我等当时有机会向中央来推荐的时候，就说如果吼、在未来的内政部，他要做整体的。防灾体系，或者是在国土规划上面来讲，我想吴县长绝对比李鸿源更胜任了、所以这个部分，县长感谢。其实以后免我阁特别来讲啊。你把问题扯太远了哈、我意思讲，政治人物诚信重不重要嘛？好、有敢讲啊，然后一个这么有威望的人，好、伊感觉安尼，我是感觉我们都要汲取教训啦。我们都要汲取教训，尤其阮大家人感觉真不欢喜啦。因为这是宜兰的耻辱啦，嘛是你的耻辱啦。我相信有机会你也再去推荐人才了哈。我要讲的是安尼。反正我讲讲吼，咱阮问底遐有一个养殖海水协会哈，佮一个宜兰县的养殖协会。
啊，像咱咧水的控制，当然我一摆发现着咱农业处的处长，农业处处长及时处理。但我感觉足奇怪呢，迄规计划拢无水，现在咱甲农业处长讲伊有水有水。啊，这个东西造成人家损害多大，你知道吗？因为事权不统一，他变讲有海水协会嘛，养殖协会，结果遐因为无水，尾仔才知影讲有人有收息。那这个东西，我们警察单位要不要去了解一下？那对于这个部分，会不会产生我们农业基金会刚收追回？结果你没有供水的时候，造成农民的损害，农民就捞血的。那我个人认为就有问题。我觉得像这一部分，这个这么严重的事情，是不是中间有人工故意去把那个他有钥匙去把那个水关掉？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在公平正义来讲，我违背，这让你参考嘛？啊，恁农业处也好，或者警察局也好，我希望能够介入，因为那有可能讲你有迄个物件，谁几个特定的嘛？你去把水关掉的，为了协会跟协会不同，或者为了政治恩怨，这不好。所以我直接要提出讲有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行为，很多事情都是那么，局长也希望能够关注哈。过来我问一个，这个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啦哈。咱滴选什么协会的理事长啦，比如建筑工会的理事长，啊，咱有需要消极资格查核不？还是积极资格查核才能够过关不？这个处长你讲一下不？好，处长请到。谢谢主席。有关林远提到部分哦，那个有关建筑工会的理事长的部分，这个基本上是在有建筑师的一个资格进入到这个里面之后，他自己有选举的部分。那我们这边是只要是建筑师的资格就可以加入。建筑工会还是什么工会？最前面建筑师工会。前一段时间选的，我不是说建筑师哦，建筑。哦，那个是建筑开发商业。哦，你听这个了。谢谢。这个各案我相信。商业同业工会。这卖屌的，那卖点名了哈。因为一个年轻的跟一个想要连任的竞选，啊，你如果我们这边受理的过程当中，我是感觉现在当选的这个人，我不点谁嘛，哈，过去伊是一个公司，然后起厝卖掉伊，然后就让住户买他房子的人求助无门呢，啊，这样来担任这个会长，那我们在把关上面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他是这样的话，我做 BC 也是啊，我也去副馆长嘛。我也跟他报告，我说这个是我们宜兰的企业，怎么可以这样子？卖完了以后，我过年就接受海大的老师跟宜商的老师来澄清，公因主要公司谁该消掉的啊？这样来担任这样的一个理事长，将来如果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宜兰县政府的把关的这个部分？你就今后要不要再做调整？我讲你讲下什么代志吧，大姐来讲下接通。好，不要紧，我没时间哈。您参考啦，因为这是您的形象问题。哦，你上调以后给人散，伊白用我维持伊的代志，但是事实就是安尼，我也在做证。一个公司出去了以后，开始有宣报斗，就一案公司嘛。然后陈请到我们县政府来，我们还要协处。然后现在来担任这个职位，我们消极资格、积极资格都没有把关。然后现在担任这个职位，如果报纸一登。那陈景仁、吴海大几个教授就讲说，他知道，他就愤愤不平。好，这是我过去的经验，您家己要注意。过来，上个会期跟公务处这边有个连结，我一直强调讲，我们一眼讲的东西，就大家一起来拍表嘛，吼。水资源专案的调查无外就是讲，啊，恁都有很多温泉呐、啊，好、哦、矿泉水这些系统，好、哦，请提供冷泉，啊，咱来到帮县府到水处。讲因问题伫倒位啊，然后希望能够在税入的部分能够增加一些。哎、欸，但是一个专案成立到即卖，吼、哦、开一届会以后怎啊无？啊，是不是有啥物压力无？有没有什么压力？这个案不知道有谁能够说明一下？一开会啊，开到大家拢讲哦，要点上，哎、欸，到时候到现在来讲，没有看到下一步要怎么走，那以后我们提这个案就没有意义啦。我们浪费那么多时间在那边开会，然后没有结果，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处长，你讲一下好不好？好，处长。大家就是谢谢那个林议员的关心哦。那上一次会议的决议就是说，由我们这边整理出来，所有议员想要去关心了解的案子的资料，那这个我们整理后也送到市主的这边的秘书的一个处理。那
后来是当天是决议说，由市主这边来启动，我们去依照我们提供的资料去做现场的一个查核。那市主是哪市主？就我们议会的市主嘛哈。那好像定6月3号。有定了哈。对，时间定了。处长，这一期安尼讲，因为行政机关这本来恁的权责嘛，我们是配合你们嘛。因为你有知议员就也较无闲啊，也较无组织吧。这讲是恁去杀才对啦，不是讲啊都勉强没做。然后我们旁边就承受很大的压力，那怎么做？以后类似的问题就都不要做了。变来安尼，你怎样说？因为议员有民意的压力啊，你们没有，按理你们就定期程度去杀。另外，我被劝告这个问题，我有跟那个陈局长、陈仁金局长反映过，就讲。像咱即摆921后，其实有很多建筑物概念已经无同。我熊本城概念之后，已经建筑物都要在普遍检查。蔡英文也有这样讲嘛，全面要体检嘛，变成高龄医疗都要体检。那像我们郊区，现在有一个叫唐代，你看伊古个建筑物，那如果受原来的框框加价，你就是啊拉皮啊，因为惊伊容积降去。但安尼敢丢？因为古建筑物要是古建筑物啦，它的那个设计概念还是20年前的概念啊，啊是不是有可能讲？就是现在的状况嘛，哈，那就叫灾难了，哈，跌宕了，弄条件弄不刚啊。我们政府能够主动帮业者，我不受这个的影响哦，而是说类似的问题，卖个好手一讲啊呢，那种较新的观点，咱将来以中心去，无以拆来改建的，甲比起的钱搁较贵，然后安全搁较无好，所以这部分管理有可能讲，咱中心时刻，因为咱这边有异化区啊，很多地方已经编定下去。也不能再盖房子。那有些高山的地方，它比较安全的，但是它容积又定得很低。那如果把我们这些平衡掉，有些过去地异化区变较悬呢，咱今麦给减倒来，因为就有安全上的顾虑。嘛，这把一寡物件移地比较安全的地方，让人民有选择的机会或比较安全的居住环境。类似安的概念，我来讲唐代为例啦，有没有可能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我知影你今麦在进行，但是我这个情况安尼都唔对啊。那你老东西还是老东西嘛，骨架还是老东西嘛。那个钢骨还是老，啊，将来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谁来承担？管理你要讲一下吧。好，县长请答复。好，大会主席啊，感谢林议员的指导。基本上，这分做两个部分哈。就算他现在这个老房子，他要重新做什么样的营业使用？一他都啊，林议员说讲这个部分，他整个那个。建造是不是要变高，然后呢才能够取得使用执照？所以结构安全应该是他会去检验的，哈、哦。所以，个案的部分我先不谈了，就说你刚刚谈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是叫做防灾型的都更了，哈、哦。就是讲，咱即马其实对建国即马建户被推动，我以我们宜兰县来讲，89年以前新建的建筑物，如果是。联动式的建筑，因以前也无做法式基础哈，设计这个耐震强度都不够。我们现在建设处这边已经启动一个专案哈，那事实上除了鼓励一般民众他可以不放心的，可以上网来查，可以接受他们的申请以外，我们这些列管的这些建筑物，我们大概都有非常清楚的通知土地的跟房屋的所有权人。那另外呢？下一个阶段，我们现在就启动防灾型的都更，要去做适当的规划。啊，对我来讲，如果家阿贝卡坑诶都一样，哦，这个要有一个通盘的计划。那这个部分，那建设处现在这个案子大概在进行规划，哈，规划以后大概就会有一些准备。那另外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资讯系统，都是现在，他对我来讲，这个要建入整个整体的资料。然后我们要启动这个防灾演练的时候，我们用 TELUS 的那个系统去推，才会推得出，如果说这些防震系数的部分，我们应该做先前的怎么样减灾跟离灾，跟防灾的准备，哦，所以这个部分，咱拢有做这个相关的准备了哈。啊，你讲的这个个案的部分，我感觉伊后边爱搁请教，伊唔是讲安尼，伊就当啊马上营业，哦，啊是唔是伊的结构安全能够达到那个标准？我觉得这个应该由建设处这边，他们针对这个个案，详加的去把他们做一个检查，哦，这个部分，你说的这个辅导检查也是这个体检的责任，我想我们这都是分别请他去落实。管理我先搞，小英说国会议长要中立，议会的议长要不要中立？李景伦他还要参加党政平台吗？宜不宜？
就这样的精神嘛，就做宜兰县的议长，而不是做民进党的议长，做全民的议长。立花表决了吗？好，县长请答复。县长请答复。好，啊，代位主席，基于咱分这两个部分啦，哈，啊，议会当然啦，叫咱议会设立的这个标准，哈，你说议长中立，那当然是一定的，哈。那当然，基于我们地方政治，其实在这种运作上面，哈，这当然，这嘛有迄种大家在政治上，大家互相会当有一个家己的自律啦，哈。那这个部分，我相信呢，哈，每一个能够担任议长，都是那个各党各派的精英啦，哈。我相信林议员这个意见可以直接转达给陈议长啊，我个人的意见其实专代员看到头，你讲要要求地方的这个管治机会会当中立这个部分我想这个还要大家互相来。好，感谢我们陈安中议员以及林成功议员的质询，会长感谢各位。的确吼，我嘛希望观点吼。针对咱的总统啊，吼，讲要求啊，咱的副馆长吼、啊，要担任内政部长的代志啊，一定要适度的向中央来反映啦，吼、啊，安尼干部就着阮一个人安尼吼，尤其是咱的副馆长这么有能力的，讲较歹听也无该使用吼，无该雇佣是小英的损失啊，嘛是国家的损失，这一定要适当的反映。那我们下午哈两点继续，第一位是杨顺木议员哈，两点开始谢谢大家，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散会。